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谢谢，欢迎您来到北展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。首先请您欣赏相声《买卖论》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。这个演出啊，这就开始了啊，算正式开始啊。我们两个人作为第一个节目出台呢，等会儿，高兴啊，出场第一个节目出场，在站在舞台，出现在各位的观众面前啊。其实来说呢，今天不算是一个周末哦，对啊，今天是一个周三，大家伙儿也都刚刚的上班，是，然后还有不少的观众呢，还有堵在道上的，从单位赶过来的，还有没有来的观众朋友们，是，还有找座的，对，没关系，怎么着？因为我们两个人这个角色今天扮演的就是让大家伙呢，在这个闲暇之余啊，把这个座位都找着啊，是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情绪都稳定住啊。我师傅呢，跟于老师呢，两个人把衣服穿上，对，然后呢，你等会儿，一会儿呢，愉快的过一个，愉快不了了，这俩人后台光着呢，是怎么着？什么叫光着呢？什么叫把衣服穿上？不得换上那个演出服吗？不得有那个演？来，您告诉我，谁家大老爷们穿衣服在这儿比划的？你告诉我，来，不得里边不有一个那个兜兜吗？他们俩演出穿兜兜干嘛呢？实在说不落就脱呗，俩人。哦，今儿还有这么个环节呢。就说观众们都平静一下心吧。是。两位老师呢，换换衣服，喝点水。对，我们两个小学生站在舞台上给您表演，起到一个垫场的作用。你看现在这个观众啊，逐渐就坐满了。是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，这是好事。那当然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站在您各位面前演出。是，而且来说呀，您发现没有？什么呀？大家伙到这听相声特别的高兴。那当然，我觉得今天大家伙特别受益是什么呢？到我们德云社听相声这个份开心。这份笑声就留在了这个剧场，对，值得拥有嘛。哎，对了，您要是下回再到我们德云社听相声啊，还想来啊？可以来呀！当然今天来的观众，您可能啊，觉着今天意犹未尽，哦，没听过瘾，发一个朋友圈，下回还想来。是，您发完朋友圈之后，周边的朋友跟着点赞，哦，哪儿听相声去了？啊，对，得问问呀。德云社是，我们也要去。现在都有这种动的表情了吗？现在我就说家长，我们也要去哦，就是也想去，也喜欢哦。下回来带着朋友来了，嚯，朋友传朋友，朋友传朋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哦，这就是快乐的一个传递。对对对，您呢，下回再来就不用买票了。那怎么？因为您带着朋友，朋友带着朋友啊，您就是金字塔尖上面的人物了。你看，您就不用买票了。这种营销模式呢，你等会儿，你待会儿来，等会儿。咱们改传销了是怎么着？绝对不是传销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不卖商品，对，没有产品，对对，我们卖的是啊快乐，哎，这么说，营销的理念，不能是传销啊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希望把这个快乐呀带给您各位，是，而且来说，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呢，您看台在座这么多位观众朋友们啊，到这听谁呀？听谁呀？不是说听我们小学生，跟我们没关系，听我师傅来了，对，这就定了那句老话，哪句呢？脸熟是一宝。对，都知道郭德纲，所以来听他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为什么喜欢他呀？名气大，那当然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。是，甭说像人家有那个明星出门戴个口罩，哦，蒙着点，哎，来个眼罩啊，戴个眼镜，眼罩那是瞎了的，是吧？戴个眼秘镜，对，墨镜，对，戴个墨镜，哎，对，戴个帽子压得倍儿低，哎，倍儿低，哎，外边还得罩一个防护服，这干嘛有辐射呀？是怎么着这个？那个、不用那么特别，帽子、眼镜、口罩，这就没了。机场都那样，我没太注意过。你可能机场你没看见过明星，没怎么看。你没看见过明星，没看见。你没见着过我吧？可能是我见着你，我可能就吐了。戴点口罩时候吐外头，我跟你说，这跟那个马季那个没听是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戴后边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师傅也那么捯饬，他也弄个马粪兜子戴前面嘛。这东西倒不用买，于老师的有的是，没听说过口罩为了防雾霾。知道。但是就捯饬成这样，照样有人认识他。哦，就这么大众化了吗？名气大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机场正推着像，哟，啊，大哥，你看怎么着？郭德纲，你看你，行行，嘿呀，走的真快，你看这。废话，你看看是不是头里那人遛狗呢？你看看，有那么低吗？
二楼都看见了。你下次把那二楼带出来啊！机场就一楼啊，机场。啊，你说那人是啊，走着，大哥，你看，哦，在啊二楼，你是不是坐地铁坐惯了？在铁轨上，你看郭德纲那是卧轨去了，那是啊二楼哦，机场，哦，航站楼，嗯，二楼，一楼那是地铁往下看，那是站在月台上了，你看卧轨啊。不知道，我以为你说的个矮呢，我谁说的个矮跟狗似的那个。废话，有给狗戴口罩的吗？那玩意儿，开玩笑，净拿人开玩笑。就说名气大好卖票啊，是，有人缘，对，这也是一种营销理念。这也能牵扯到营销。哎，当然，现在做什么不都讲那个效益吗？啊，不懂，没研究。这你不好研究，是我好研究。哟，您好研究这个吗？当然了，这属于买卖呀。我没听说过你研究这个的，我。这跟家里头这个家传有关系。家传？哎，对了，什么意思？我父亲啊就是个买卖人，啊，就是做生意的，那叫商人。那您这是买卖人？怎么个买卖人？买人卖人。哎，你们家人贩子吧？什么叫人贩子呀？你问问你妈是不是你爸拐来的？你问问。现在这么大岁数还能拐来了吗？没听说过啊！买卖不就做买卖、做生意的？做生意的开个小玩笑，啊，别闹。通过这个做买卖有研究，嗯，发现有一个什么道理呢？什么道理？这叫未雨先笑，待客煎药。不太明白。我老话说得好吗？哦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微笑服务。哦，对，这是卖东西，我知道都得乐。哎，对了，乐。您看一个好的这个商店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什么？这个老板的经营头脑。哦，这理念呢？哎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啊，一个好的服务员啊，现在统称叫服务员。嗯，这个原来啊，好多这个名词都在改变。有什么变化？最早叫什么呢？嗯，叫售货员。这是最早吗？售出这件货品的人员，售货员。售货员。哎，后来呢？后来叫什么呢？啊，叫导购员。导购员。对了，导购员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大家伙啊，这个选择购买商品的时候越来越多了。对，商店也多。哎，商店、手机呀，嗯，对不对？好多这个购买的方式，可能在这儿看完之后不想在这儿买，不想买，换一家。哦，导购员是什么呢？通过他的一番诱导，哎，就在这儿买了。哦，导购员就是诱导你购买，这叫导购。哎，对，诱导你购买的人员，导购员。您啊，您这词有点勉强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咱这么大个子，那谁不是出去？你说逛街的经验都有。你多大个子呀你？我这是一种形容。哦，你说哦，不是说你诱导我，我就能花钱的，没有这样。我不听别人说，我喜欢我就买，我看完我不喜欢我就不买。人家导购员，人家挣的就是这个钱。您没看写那个招聘启事吗？什么呀？招聘导购员啊，年龄23岁左右，哦，大学毕业，对，白领的这个价格啊，公司面议。哦，面议，哎，对了，就开多少钱看你的能力。对了，那你这跟我们消费者也没有关系，不想买我们就不买，你怎么诱导我们，我们都不买。不能？什么叫不能啊？不会的。不信咱来一回。怎么来啊？表演一下啊。你谁卖货呀？我呀。你卖货更买不了。你长这么恶心，不可能啊，绝对不买了。这人老以貌取人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。我跟你说，不是你，关键你要非得卖个，我可挑毛病。我说的你这东西一无是处，你觉得你还卖我吗？那当然得卖了，据理力争啊！我挑毛病你也卖？当然了，你再矫情矫情，灯泡还得再憋一个，我说吧。好，行了，憋俩了都，我来。要命，真好。行吧，那咱卖不卖？废话，这嘴里就含着电门呢。啊，卖不卖？卖呀、啊！卖啊！那我挑毛病了。挑啊！行，你先说你什么买卖？咱来，怎么到我们这场这灯光都这么暗了？这来都，怎么我们这场这么费电吗？这场啊，可能我师傅一会儿上来都点蜡烛了。有这也不知道纪念谁呢，这是一天到晚这嘴里边没有把门的，赶紧卖吧！我跟你说，再不卖，我跟你说，大家伙一会儿鬼吹灯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哪个是角？咱点蜡的，没点什么蜡，倒也是驴蹄子。行，咱说这个，咱来一个特别呀、啊，平常不去逛、不会闲逛的这么一个商场，不会闲逛的。哎，咱来这么一个窗帘布艺城。哦、oh, ，就是专门一栋楼都是卖什么布料啊、窗帘什么的，木樨园嘛，不就是？哎，对，我去过那儿，不用给人家打广告，我也不是拆了。
我知道拆了，所以我才说的。拆了，现在还去吗？不去了啊，不去了，那就去那儿。就那儿行不行？就是一栋楼都是各家各户都是卖这个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可指不定说什么。你指不定说什么？说你不能勉强我。我不勉强，确定哈？你指不定你要别你骂街我就打你，我跟你说。骂人咱不会，咱斯文人，咱不骂人啊。咱就得说这买布有关系。今儿没事啊，窗帘布一成，我溜达溜达去。哎呀，这么多家店，我进哪家好呢？大哥，哎，你等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啊，多少钱台费呀、啊？你这是？什么叫什么？怎么干嘛？别溜了，进来瞧瞧吧。什么地儿？我们家。你确定你这是卖窗帘布艺的？不是那种可以拉帘可以开帘儿。不要拉，不要拉。就卖那可以拉开可以关上这窗帘，我知道窗帘，但是有床单儿、布艺罩儿嘛，不就那布吗？这个行为不太像卖窗帘儿，那像卖床单儿的。大哥，行，我就我进来逛逛，我就来吧。那不用来我们家百年老店，百年老店还差99年啊，刚开一年是吧？这不还得您帮衬吗？不用不用，里边那么多家，我里边先转转，然后我卖。挨家转，我们这第一家嘛，不行。没有钱，我告诉你，我来的时候朋友都跟我说了。像这种商店，我告诉你，一般门口这家都贵，因为它房租贵，所以它卖的就很它贵。哎，里边能便宜、哎、能打折。大哥，这叫什么呢？啊，精品店，好货好样子都放在头里，你都那么说，人说贵。你进来瞧瞧，不行再换呗。啊、哦，有不耽误时间是吧？那是啊。行，我瞧瞧，进来进来。啊，行好，挨个挨个瞧。那上面是整卷整卷那布，整卷整。下边这都是那个布头。布头、哎、小布块都穿在模特身上，你看这模特这么多，你看我们家这大不大啊？你们家这店这么大呢？那是穿在模特身上，你看还有羽绒服呢，你看有啊，对，喝的、啊、别摸啊，摸就打死你，我跟你废话，这么多人我摸得过来吗？模特能反击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行，我就看布卷吧，好吧，上面这卷啊，我叫啊，哎你把上面那给我拿来。哪个呀？最上面那个花布，紧上面那个花布不卖。您换看看别的。您等会儿怎么不卖？人老板人就之前来说了，说是有人看这个，先别卖。不过你这摆出来就应该卖。老板说不让卖，你拿来我先看。不让卖，我先看。非要看？我看我看。那行，给您看。啊啊，行，您瞧瞧，您瞧这个，这个是花布吗？您这眼神真好。什么眼神？这不有暗花吗？什么叫暗花？那我还有花眼呢，我还有。没有，咱不说花布吗？你这不白布吗？这不是？你不说是花布吗？行行，作比成样好不好？来看看啊，不一般。哎，你这布掉色吗？大哥你太能开玩笑了。大哥你说相声的吧？不是，是看太幽默了。这个布能洗掉色吗？那是手搓出血了，那是。你也太使劲了。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是不是拿去做饭的茶丝儿了？行了。家里拿这茶丝儿是不是？咱不刚说好这是花布吗？哦，好比方说是花布，我以为白布能给洗掉色。我就说这花布。哎呦，你好家伙，这就问你这掉色不掉色？要说不掉色呀、啊，都是骗子。掉色？因为这个布啊是在工厂里边出来的。哦。做衣服之前都得下回水，掉一层浮色，再洗就不掉色了。就怎么着都得掉一回。对了。哦。色泽好是鲜艳。行，我再看看。哎呦，哎，你这布摸着有点薄啊，大哥，这什么天啊？啊，什么？马上入冬了啊，这得挂衬做衣服，挂衬那大，这穿上这怎么显得太笨了？这不是、哎、挂衬特别好、嗯、啊，挂衬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这布我感觉面子有点窄呀、啊。大哥，这是尺自己量啊，你量，你量吧，你来吧，你来，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卖布的，你不会，我不会能给您吗？这是说明我心里边我有准儿，就说这货肯定好。对了，哦，这没什么可挑。你这布要这么好，贵吗？为什么说不卖给您呢？啊，人老板人家不卖有道理。嗯，我们这进货比别的地儿稍微早，早进货价就便宜。嗯，别的地儿呢进货就27，27，咱这儿呢才17。差这么多、啊、差10块钱，我们为什么不卖？怕得罪人，到时候跟人家串货，人家不就卖、哎、货怕上得罪，你这卖销量好、啊、你怕串个货人家得罪人、哎、老板，哎，你这好，哎，你正好便宜、啊、你卖我点。不是，老板说不让卖。哎呀，灯都来了，你还不卖我点儿？快，就为了照我们这不让卖，人老板说你卖，我保证不让人看见，好不好？废话，得罪同行都拿走，人老板走。我藏着点，我藏哪儿？你拖哪儿？你我
我你卷好，你卷好了我塞裤裆里行不行？我不让人看见不就完了吗？那行，你要的不多吧？不多不多不多。我做口罩，哎，做口罩，做口罩塞裤裆里放着是不是？您不都奋斗的都？我这来屉帘子多好呢，我。不是你，那行那行，我要的不多，做多少？做什么？这样啊，您得给我出出主意啊。你看，如果我要是做一个旗袍，得用多少布？谁呀？我。你。做旗袍。对。我跟你说，大姐，哎，大姐像话，嫂子，什么嫂子？哎，有误会了，我是说我做，但不是给我穿，我给我媳妇儿做，明白了？不还是我大姐，我嫂子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倒是。那个我媳妇儿，你嫂子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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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媳妇儿我嫂子多高？到我这儿，到您这儿，哎，到我这儿也就一米，哎，一米，一米。你是不会量步，我告诉你，这下回可就搭肩膀就行了。说什么搭肩膀？分搂着一米？什么叫一米？到我这儿怎么？打这儿算一米吧？谁让你从这儿量了？打这儿往这儿量了。你别也没多高，从地上到这儿，从地上到这儿，怎么可能一米呢？哦啊，两米二？什么是两米二？没听说，也一米七吧？一米七啊，一米七呀！我想做一个旗袍。旗袍，对对对。那你要长款、短款的呀？那长款的好一点。长款不行，搭了地呀不好看。不是，太老。那到底要长袖要短袖的？我长袖，长袖不行，天凉。旗袍人都是砍袖，哦，砍袖。因为什么呢？女孩人有的那个好流汗啊，啊，这儿一抬起来，这儿湿的不好看。那不是男的穿衬衫才这样，女的也一样啊。女孩就不流汗了吗？对不对？砍袖现在一般都讲究是，哦，哎，对不对？他这流汗往下流，你现在就够下流的了，我告诉你。废话，你怎么形容的那么准就顺呢？就说咱都考虑到了吗？咱考虑到了吗？啊、对不对？然后你做一个砍袖的旗袍，不要这个倒脚面的，不要倒脚面，稍微短一点，短一点到这儿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行了我跑这做围嘴来了，这怎么着？做围嘴啊？没事，不做围嘴。做的哪儿？做的您是要办事的，办事长长膝盖，别往下往下。咱得改袖，不是膝盖膝盖。哎，我见过这样。行，要是这样呢，我觉着扯这么两米够了，两米够，够。再给您让点布边，剪子往这边来一点，让布边就白，哎，白就他了。怎么样？听你的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，买，弄好了，塞裤裆带好。行，哎，买了，符合嫂子这气质。哎，没听说过，乱糟的。买了，行吗？买了。真好，里边不用看了，哎，多开心，还可以。刚才谁说不买来着？不是，我是听说的，所以说我说，哎，多赚。买没买？买了。哎，提意见怎么样？解答了，圆满解答吧。而且您出去，人家一问，您还得照着我这个答案给别人说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？大哥，您这布哪买的？我他妈就那窗帘布一成头一家的买。好吗？这布挺好的，人家说这色泽也挺好，掉一回色以后再也不掉了，都挺好的。啊、料子摸完之后，哎呀，倍儿滑，倍儿舒，刮蹭完穿倍儿好。啊，哦，还真是啊，还真是。就是你的意思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对呀、啊。不对，我觉得这都是应该我的功劳。那怎么呢？我随和，我听完了我就买了，这是我的功劳。不能。你就得这样，咱俩永远站一个对立面。对立面。哎，对了，不能顺着您说，要顺着呢，那完了，那卖不出去。不对，我觉得顺着我说，我更高兴。没听说。你想想，等会儿干嘛？大爷花钱了，咱这眼光，咱看出问题来了。只要你认同我，哎，就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说您等会儿，就您刚才就那副嘴脸，就不像来买布的。我跟你说，大爷花钱了，怎么着？花多少钱呀？我问问，不是咋多少钱他也就花了。你干嘛呀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刚才你看咱们俩唇枪舌战的，这不好。这个，咱俩怎么就唇枪舌战？就是你看我说什么，你要反驳我，多麻烦这东西。你看我说什么，你这不好，哪有问题？哎呦，老板你真有眼光。哎，你看您说这个不行，我也随着说这不行。就起码你得顺着我点，证明我有眼光。哎、你开心啊？对呀、啊，消费过对不起，顾客是上帝，有这么一句。哦，顾客上，那咱再来一回试试，行吗？行吗？这我的主意啊，你听我的。那错不了。今儿没事啊，窗帘不一成，我溜达溜达去。嘚瑟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什么？嘚瑟什么呢？啊，这还是个东北老板啊！行，我里边溜达溜达去啊。往哪儿去啊？往里边。哪家啊？里边干啥去？买布。赶紧的呀！怎么了？我们家啊。你们家干嘛呢？你卖布的呀，瞎呀！是窗帘布一成，我们家往里边卖大勺，卖谁去啊？不是，人都说了，头一家都贵。谁说的？人家说的。谁？这人谁？
谁？我现在就听你说呢，都听见了吧？都听见你说了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？废话，你说我们家张永良门口贵贵贵，谁还买呀？谁还消费呀？损失多少万，知道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你说怎么着？那进来消费呀？我都不知道你卖什么呢。卖不瞎呀？我跟窗帘布艺城里边卖砖，谁买呀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先别生气。消费呀？你看看去不就得了吗？先进去看吧。那布在哪儿呢？摆着呢，我藏着呀，搁保险箱里呀。看呀、啊，快点！看着，花钱快！看，你看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买我呀？我买你，我买不起狗粮，我买。快！上面那个哪个？最上面那个花布。上。不是我说上面那个下。我说上面那个。我说下。上面那个好看，下面的好拿。哎，有点不讲理了你啊！就上面那个，要不你弄死我来了！就上面那个，就那样。那小伙子挺社会呀，小伙子，哎呀，挺有肝啊！逛个街那么多事。老弟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哎，我拿完了你别跑啊你啊！你看你要不买，我不整死你的！我跟你说吧，来吧，看看吧，来看看，好家伙！活人有看上这块布的，好家伙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我跟你说，就这个布，我跟你说，等到你那天穿上，好看至极。我跟你说吧，显这小脸红扑扑的。我跟你说吧，啊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真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啊，不是我自己挑的，不是我自己挑的，怎么这就是遗言了？哎呀，一点水准都没有啊！啊，行，电视我自己进的，电视我自己进的，啊，怎么你要撕我这儿啊？哎，神叨的这个你，哎，你这布掉色吗？掉，啊，不是掉，不用回答的那么。这玩意儿有洗的吗？不是什么呀？做完这个东西穿上身上有洗的吗？我问你。不，哎，我没见过家里人这么抠的，就这个衣服还有传辈的是吧？儿子，我穿完了留给你啊！不，我就问你掉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掉，这玩意儿没有洗的。行，好，掉不就得了？我没见过做完这衣服还有洗的。我跟你说，从未。哎，你这布摸着有点薄啊，这有那么厚干啥玩意儿？不好烧。怎么你搁那里边冷是吧？没有知觉了。我没有知觉了。好，哎，你这布我看了，我感觉你这布面子窄。窄能有多窄去？能有多窄？要多窄有多窄？下水还抽呢？抽什么意思？不说这玩意儿没有洗的吗？一下水就抽，这么快？哎，这怎么着？哎，做条裤子马上就改钉子裤。没听说过。钉子裤去，哎，那你要这么说，你这布贵吗？可贵了。怎么贵啊？我们这布啊，收冥币。我去你的吗？下面请您欣赏《洪阳洞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钱买东西啊！你说你们几个花钱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怎么聊天呢？今天这场演出呢是这个纪念演出，对，后边写四个字，施恩大大，大什么？得有多大？施恩天大呀！施恩天大，对，我们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相声，哎，跟师傅学都得学，
这行有句话，师徒如父子，就是这个关系啊。拜师学艺打这起，我就是爸爸。你往那边比划，哪儿啊？你这人就没意思。废话。你要说俩小孩，一个六岁一个五岁的站台上说相声，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，观众会觉得厌烦，人就不爱听，俩孩子讨厌贫，都到咱们这个岁数，谁是谁爸爸怕什么？不行，什么岁数这也得弄清楚了，一说一乐的事情啊。就是我的老文师是侯耀文先生，没错，他的师傅是石木宽先生。哎，两位先生都去世了。我师傅活着呢，这时候别就伴儿，我以为一死就死一对儿呢。没有单着死一般都那你上头里等我去。侯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，是一眨眼的事情。刚才我们那主持人叫侯震，是啊，我师父是他三叔。哎，他就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虽然说先生没了，但是说相声呢要想祭奠前辈，不能哭哭啼啼，还得说先生在天上瞧着，我们也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说相声。没错，把相声说好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学的就是这个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最后一排离着咱得有一站地。嗨，没有那么远。压压叉叉好几千人都坐满了，让人感动。是真金白银花钱来捧我，真是啊。所以说真是坐头一排跟坐第一排这前后哪儿在我心里位置都是一样。哦，都一样。就特别想问最后一排什么呀，是没有钱买头里的吗？嗨，什么话呀，您这哪儿有这么聊天的呀？坐哪儿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你这话对，指着人家吃，人家有票钱啊。其实今年演出演的并不多，不多吗？去年演的太多了。哦，对，去年是我们大庆啊，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，庆典，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，我们演了111场，小剧场，也就是说整个北京这几家剧场，加上南京德云社、黑龙江德云社、吉林长春德云社，就这种小剧场演出，我们去年演了3000多场。是，我就说不能再敬业了啊，再敬业会死人的，太累了。所以今年其实演的不多，上半年就演了一个日本东京，这也太少点了吧？这个就一日本，因为从有相声到今年，150多年，从来没有人在日本做过商演。哎，商业性演出不容易，出国演出尤其做商演很难。是，一般演出就是从国内带着钱，带钱，找俩厂子，找几个公司都不错啊。哦，你出这儿，你出这儿，你出这儿，够我们来回车钱、食宿，一个演员呢再给点钱，给盒烟，给盒点心就去了，啊，这就去了，文化交流嘛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就没有烟，有的时候没有点心。嗨，说文化交流，说烟点心干嘛？但是车钱肯定是来回都得管，都得管。那可不是吗？你要不给去了呢，他们去不了。对，不给回来呢，就都留那儿了。对，那就别交流了，容易啊。到东京，羽田机场。对呀、啊，一出机场，好些个观众那儿接我，是打着横幅，哎呀，把我臊的。写的什么呀？欢迎郭德纲来日。日本的还是很热情。其实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，哎，就没了你身体。于老师比我去的晚几天，是我去的早，他去了，人家也是很热情，打着横幅，这都一样。欢迎于谦来日。对，就是。但是接他的是男的。哎，这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在日本演了一场，上半年，下半年呢，忙忙活活的。前几天刚从东南亚回来，哎，去了一趟那儿啊，演了什么新加坡了，哎，对，啊，宝岛台湾是，包括澳门，去了一趟，澳门演了几场，还挺好。这是演去了吗？这个
这不耍去了吗？啊，演出嘛，啊，演出别摆手势啊。澳门那个桌子比这个长，大确实。上面还有马子，还有女的发牌。我这样，您这是说演出呢？咱挺好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。对，这些年真是亲眼看着这个市场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，挺好的啊。眼看着我儿子郭麒麟从一小胖子变成一小鲜肉，呵，现在帅哥。眼看着岳云鹏从茶馆的一个伙计变成了相声贵族，不错。眼看着于老师从相声皇后变成摇滚大爷，哎嗨，我这变得不怎么样。眼看着一帮人骂郭德纲到现在，怎么样？还是这帮人，还骂呢？挺好啊，做艺嘛啊，你凭什么不挨骂？啊，挣这个钱一半是卖艺的钱，一半是挨骂的钱。哦，还有这，就跟拍电影似的，早晨4:30叫起来，沾上胡子，拿车拉到现场，等到晚上12:00送回来，就没拍上的，很正常。啊，你挣的钱有一半是后场的钱，就等着。对，啊，还是说得凭能力活着。是，相声是艺术，什么叫艺术啊？嗯，不管你是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电影、话剧、相声，都算艺术。什么叫艺术？您解释一下。艺说的是能耐本事，术是要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这方法是吗？啊，哎呀，我天大能耐没有人买，这完了，不叫艺术。哦，没人看。能卖钱未必是好演员，不能卖钱肯定不是好演员。啊，这是辩证。说的天花乱坠，都说出人皇来了，说出龙叫唤来了啊。你把艺术掰开揉碎说太好了，然后一卖票3分钱，观众扭身就走啊，为你花3分都不值，你还探讨什么艺术？哦，所以一定是有艺有术，两个方面。这个玩意儿来不得假呀。是吗？你这屋打好几千人，2700多，小剧场还好干一点。小剧场一般有100人，100观众，后台10个演员，好干。好干吗？你看一周演一场，哦，每个演员最少家里都有10个亲戚朋友吧？都指着亲戚朋友呢。啊，你要说这10个人你都叫不来，那你别跟着干啊。嗨，小剧场好蒙。哦，这可难，咱俩是天大本事，你们家趁好几千亲戚吗？没有，你说就算让他们来，这人情怎么还啊？就说是，对不对？啊，得凭能耐。哦，哎呀，就是。还得说术也有专攻。郭德纲天大能耐，开10000个同仁堂也没有人来买药来。不是干这，你不是这行材料。很难。一晃哥俩干了有大半辈子了。啊，这差不多了。我认识他时候真是小鲜肉一样。哎呀，谈不到。小脸蛋一掐滋滋的。干嘛呀？掐到水管子上了。一掐就这老掐什么呀？说话不就完了吗？嫩的都不行了，你不至于。现在坐在后台看着我，都感慨了，快老头了。你看这脸上这褶子皱纹，这脸耷了啊，脸跟裤衩似的。对，没有这么比喻的啊，没有这么比喻的。不是那脸都那样，哪样的？我岁数也不小了。也是啊，我到春节我都30了。你呀，这都一边大呢。哎，好。哪儿就30啊？虚岁。哎嗨，没有虚好几十的，不这么大是吧？听相声为了什么啊？就是为了笑。哦啊，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每个人都挺忙。啊，缺车的，缺房的，缺钱的，缺德的。啊嗨，缺什么给不了，坐在这儿哈哈一乐，3钟头5钟头就挺好，这就值了。你要再说别的，我也确实做不到。也不会啊，这如同吃早点似的。啊，来碗卤煮，你的目的是为了解饿。啊，你非得拖这卤煮问人家掌柜的，吃你这碗卤煮，我能受到什么教育？你说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渣呀？哎，是不是？听个相声，你给自个儿也造这么大的负担啊？要求演员得如何如何，很难啊。当然，我们这行是要拼文化，当然要拼文化。说相声想说好，您记住了4个字：雅俗共赏。我们经常说这雅俗共赏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又是辩证了。要把现场几千人调整成一个频率，很难呐。那是几千人呢，每个人的文化层次不一样，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今天出来的心情也不一样。哦，你得让他们都马上调整一块儿去。是，这个不容易，这是功夫。太雅了不行，太俗了不行。雅了不行吗？好，雅还雅得过昆曲吗？
昆曲是高雅的，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得赶考着举子念书的秀才听昆曲，哦，捧着一摞什么三列国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啊，嚯，唱一句就得低头查查，那是每一句里边四个点，这玩意儿太累了，所以到民国就没有人买票了，哦，就没人看了，那你比种地还累了，听昆曲，嗨，这叫曲高和寡，它是雅啊，雅到头了，那就您记住了啊，雅到极致不风流。这是老话，哑到头了，我今儿受得了了。嗯，没有细菌的世界，人活不了。哦啊，当然太俗也不行啊。太俗怎么又不行了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嗯、啊，没有人爱看，没听。今天这观众都什么素质？这是哪儿？你们就是用这种态度纪念我师父的吗？嗨、啊，你是拿我纪念你师父？让我师傅看看你有多白。行了，所以说俗中带雅，雅中带俗，这是辩证的，是特别重要。这么多年来，其实在这个舞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。哟，那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好，就拿我们家人说事。有很多这个道德家，道德家，道德表演艺术家啊。指责郭德纲，说你什么呀？你台上净说于谦的父亲，哦，于谦的媳妇，于谦的孩子，啊啊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哦，其实我也很无奈，列位，怎么呢？相声舞台上我们都是假的，可不都是假的吗？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说电影、电视剧什么的，电影说这儿有一冰箱，一定得有一冰箱，它得有道具呀。啊，你看电影里边要是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，你能把电影院砸了？太蒙人了，那叫诈骗啊！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一张嘴，时间、场合、地点、人物、喜剧冲突，我说你还就得信，那是怎么办？嗯，我小时候说相声学的是捧哏，哦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就这位置，外边走马灯一样换演员啊，谁站这谁说、嗯、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？哦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嗯，这没办法，拿的这份钱，应的这个买卖，哦，谁站这谁来这活儿，哦，这个就跟唱京剧似的。唱戏怎么着？老艺术家95了上台唱京剧，嗯，95了他演了一个小生，他也是个孙子，对，他没胡子。哎呀，你们要尊重老年人，少来这套，他唱那活儿，嗯，他挣的这份钱啊。6岁小孩上台带个胡子，他唱的是个爷爷，这是老生艺术嘛。嗯，你看话剧，这跟这个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电影里边一男一女俩人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电视剧嘟嘟嘟一打枪死10000人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？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难啊！别认真。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之外，啊，我们一定会涉及到人设。哦，故事第一就是我们家的事儿。哦，第二就是他的事儿。嗯，第三就是我们俩之外的事儿。我能说谁呀？说谁不行？不能说观众啊。啊。今天说这事儿啊，这人啊简直就不是人，他就坐在那个牌，你看那胖子就好。哎，好，还不能说离我们太远的人，远了不行吗？啊，今天说这事儿啊，家住在山东济南历下区哪哪小区上2楼那王大爷，哎，我们俩成外行了，这蛮不对了，观众脑子玩命给你转就错了，嗯，一定得是一句话就进故事。哦，他爸爸就是个什么什么。说半天还是进我们家的故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不都是假的吗？是。还有人说，哎呀，老听你们说，都快听腻。那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说的太多了啊啊！我们要也跟别人似的，一辈子说3段，他不就没有这些现象了吗？哦。那还有好多人说，哎呀，他们台上有时候还说什么屎尿屁呀，啊，吃饭都没法听。你不能听点别的吗？我们那天截止到好像2014年吧，有热心观众给我们整理了一下，说郭德纲说过多少段相声，嗯啊，对口的说了200多少段，群口的说了多少，说郭德纲说的单口相声20-30分钟一段，他已经说了2000多段了，嗯，在这些好几千段里边，涉及到屎尿屁的连5段都没有，你就咬着这5段屎尿屁不放，怨你怨我呀？老听这个，其实好多人提这个的目的，他也不是希望你好，哦，他只不过就显得他高，如此而已。高雅，这个是做艺的不容易。嗯，打小就干这行，实话实说啊。嗯，我他高峰，我们仨小时候算是同学，发小，曲艺团的学员班同学。对，他比我大4岁。
是，竟然一般。嗯，人家意思我蹲了四年半，但是这一班里边所有的孩子，谦儿哥最好。怎么又开始捧我了？不是啊，方方面面都好，这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这怎么越说越过了？真的，说相声想好就两种啊。第一，健康。这里还有健康的事儿。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仨熬死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还有这么解释的？那仨天大能耐，25死一个，38撞死一个，40气死一个，就剩你连人话都不会说，活了98，你就是艺术家呀。这没有你有话语权，是了。那仨天大能耐死了呀，说不了了。哎，所以健康很重要。嗯，你这个岁数跟大菠萝捧，怎么你准能活到死？哎，我用你捧，谁不是活到死啊？如果这是玩笑的话，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啊，说相声得有文化，又牵扯到知识。真的，没错。我弄到后台来，郭德纲签个字吧。啊，接过签字笔写郭德纲三个字吧。于老师签个字吧，别找我呀。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。哎，毛笔见身份了吗？毛笔呀、啊，啊，写于谦这俩字儿，签个名吗？啊，行，回来了。我这名字还带俄罗斯血统是怎么？怎么那么长啊？这就写错。哎，这嗨，更不怎么样。打小一块长起来，我最了解他。那是因为这行，实话实说，好汉子不爱干，赖汉子干不了。还真是，这都从小发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交情，说句老北京话，叫撒尿和泥的交情。怎么叫撒尿和泥？小孩一块玩撒尿和泥。撒尿和泥是？我负责撒尿，他和泥。哎呵，我怎么那么脏啊我？你爱吃手啊那会儿？哎呀，呦呦哎！哎呀，咱别说那么细了，行不行？说相声哪那么容易啊！啊，过去老先生说了，12门功课哪样都得好。12门不是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拆开的，12-13门得有，得不少啊。有说的，有唱的，手上的、脸上的、嘴里边的，包括要钱，要钱也是学问。过去说相声不像现在买票哦，现在这个行，买了票坐在这儿了就听了。过去没有，站街上说相声啊，没有人买票，就凭我一张嘴说一段相声。酸尿走了怎么办呢？那不给钱怎么办呢？我就得让你花钱，我生要先学要钱，呵啊，城墙高万丈，全靠朋友帮。嗯，厂里厂外一立一站，三老四少，各位老大，先到辛苦小哥几个，脚踏生地，眼望生人。哦，没有别的，就指您各位了。嗯，哎，兜里一摸，仨瓜俩枣，不是大骡子大马，人家有您没有、嗯，抓出来往地上一扔，端起粥碗来，哥几个念您的好处。你瞧瞧，所有的嚷话、仁义道德的东西都得说尽了，让人家同情一人。哎，当然了，也不排除那个说听完之后夸扭头就走那个，不给钱。您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也得有技巧，有办法吗？啊，就怕这个。怎么？因为一块要钱了哈，啊，有那个后头扔的，也有那个就不爱给了，不爱给呢，他往后，哦，往后退。对，有一个财迷啊，就能带着一溜财迷。都退，一看他腿都跟着退，哎呵，一溜往后一退，退到面道上，嗯，跟行人一撞就散了，就不给。刚才说那20分钟就算白说，那可不。所以艺人一上来也得先说，这都是技巧。这怎么说呀？哎，马上就说完了，待会儿您哥几个爷几个得破费破费，哦，得给钱了。小哥几个指您各位吃，哎，这面您要是走了，我也不怪您。怎么？家里有白事，回家抢校帽子去啊，不能拦着啊。这今儿这边一话。怎么样？这边可热闹了，列位。怎么？别看今天站着人不多呀、啊，哦，这里边有一位有点意思。怎么个意思？他家里这个太太特别的好客。什么叫好客啊？跟街坊邻居哪位啊都不错。哟，啊，这个，但我还不能说的是谁啊。他这就快走了、嗯、啊。他一走，我就告诉你们是谁。哎，好嘛，太缺德了。说相声都走了，这一圈人都走不了。哎、那听什么呢？跟这儿，跟这儿等着呗，是不是？啊，先学要钱，嗯，然后各种的唱，哦，什么太平歌词的开场小唱，嗯，你说你们几个人往街上一站，怎么就能围一圈人过来听相声呢？哦，哎，我们有个开场的小唱、门柳什么的，是之前咱们老唱什么，张生喜盈盈闹五更啦，啊，小曲18摸啦，是吧？啊，啊，还有18摸，那是是吧？嗯，当然也有那个就是特别。文雅特别高的那个，啊，13摸、12摸也有。嗨，这就算特别高雅的了啊！就什么绣荷包啦，啊，
什么小曲小调的，是把观众聚过来了。所以说说相声不容易。嗯，当然我们学艺的时候，其实就跟老先生们不一样。怎么个区别了呢？那会儿我们就在曲艺团的学员班，对，也是分着批的，张先生教，李先生说，哦，都说差不多了，跟着团一块儿，有时候实习演出，赶嘛上一个上一个，下来后台这就开始，那不对那不对啊，开始说，哎，老先生当当当连说带骂，弄得光给一脚啊，还打，不打不成才，嗯啊，这就跟戏校似的，戏校孩子翻跟头啪给了一棍，有人说野蛮教学，您错了，这是科学，这是科学，肌肉是有记忆力的。到这儿夸过不去，啪一棍下去，到死都忘不了。是这样。哎，你老跟他客气啊，同学，请你用功，没用啊。哎，不是客气的事儿，不是那个玩意儿。对，啊，该打就得打，该骂就得骂，这是规矩。嗯啊，过去老先生教徒的时候，啪啪这儿打着骂着，嗯，家长在旁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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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得道谢。一个嘴巴是往包里给你装一口的钱。好，这是教你能耐。当然我们那会儿就好多了，因为先生跟我们他岁数大，他也打不过。哎，对对，就好多了。嗯，那会儿我们来说，团里对我们也好。嗯，有时候学什么呢，还送到相应的单位去。哦，学专业的，因为我们涉及到京剧啊、评剧啊、梆子呀、啊，是是各种艺术，就到相应的艺术团体去跟人专业老师学。这下了功夫了。那会儿老上京剧院，京剧院我喜欢京剧啊。哟，一进京剧院那人缘，哎，好吧，一大帮大爷就给他围上了。都是大爷围着我，拉大木的，后台倒水的，扫地的，烧锅炉的，送盒饭的，怎么全是大爷？哎，就爱他，一帮老头爱他爱都不行了。哦，流着口水。哎，嚯，改僵尸了，他那爱看的。啊，我那会儿老唱评剧。哦，给我送到评剧院去，喜欢评戏啊。一去了六七十个那个唱青衣花旦的小姐姐们就把我围上了。啊啥？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。大爷们会吃醋的。哎，这嗨。别老提大爷了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，什么都得知道。我们讲究是耳朵要宽敞，听得多；肚腩要宽敞，会得多。张嘴一唱就得知道是什么。你看这懂的懂的。你看啊，你不用提前跟他沟通啊。啊，我唱一个，你听的是什么？哟呵，您这是考我？哎，谈不到，谈不到，汇报一下。我师傅在上面看着你，你别吓唬我行吗？啊，带他走啊？没有，带谁走啊？演完这个了啊？哎。行了，你要唱就唱，我给你唱一个啊，河北梆子辕门斩子，你听听是什么戏？你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着？啊，您就唱就完了呗。行啊，唱我告诉你，唱几句散的，散的啊。嗯。忽听交散一声情。这不就是辕门斩子吗？啊，呼，新鲜吗？元帅要斩王德玉外甥。辕门斩子啊？来在辕门下伯龙，您都说了辕门斩子嘛，俩啊，见了太君李香英，辕门斩子，你会的不少啊，您就唱这艺术。哪儿我就会不少啊，这是我捧吗？这是我捧吗？我一用不着您这么捧，吃力呀、啊、你是不是吃中药了最近、哎、我吃完中药才这样啊。评剧行吗？评剧你不，哎哎，怎么着，我给你唱一个评剧刘巧，你听的是什么？这嗨，又来了。这么说吧啊，您当初提到刘巧了吗？啊，您唱我能给您接上来。嘿，一点都不大，好吧？又来了是怎么着？你师傅不下来了是吧？师傅还有砖吗？歇他一会儿。来吧，我唱你就能接。哎，一见大婶儿扬长去，助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对不起你，
咱们俩谁跟谁，千万别客气。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。咱到村里头解决问题，村里要是不同意，咱到乡里头解决问题，乡里头要是他也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头他也还是不同意。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哎，去！你什么词儿啊？你这是？没有你这样的啊！我这不真的真的你，你唱着唱没有原词了这个啊？那我这玩儿行？那京剧行不行？京剧听得更多了。京剧啊！你要真行，我带你出国唱京剧，你们去不去？我挺不去啊！京剧本身现在听的人就少，我在出国唱全是外国人，我好容易在家歇会儿，我不白去有好处啊！有什么好处？你挑一地儿好吧？挑一地儿，你最喜欢哪儿？国外呀、啊？哪儿国外？日本。我干嘛非喜欢日本、啊？你不爱看日本戏吗？啊，没有，那都不唱。哎，啊，美国怎么着？上美国？美国最近有一京剧的事儿。美国有一京剧的事儿。刚谈下来这个演出，你要不要去、啊？怎么个演出、啊？就美国，这不美国新上任一总统叫克林顿吗？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您这是啊？美国新上总统叫克林顿，叫什么？那叫特朗普啊。特朗普小名叫克林顿。哎，这是美国总统都得叫一个名儿啊。他们最近搞了一个这个地方戏展演。美国搞一地方戏展演。对，就世界各地的梆子呀、大鼓啊、戏儿啊，这一没出河北省。要唱，到那儿唱邀请赛，啊、哦，还是邀请，我带你到那里去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怎么我们就去玩嘛？去人家这不给钱啊，那更不去了。那个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一站文化交流不爱去了。哎，对了，那是不给钱，不给钱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？唱完之后留在美国能够玩一个月。我们又不是没钱，拿钱上那玩俩月，玩半年也是我们自个儿消费。你玩也是瞎玩。怎么？人家这美国政府出面找一万多那个大模特什么的，跟你就是历届美国选举选美小姐冠军，就这些年的得挑一万来个，就完事跟着在美国玩一个月。那可以，咱俩分享好不好？如果这事儿真成啊，这一万多美国这美国小姐这都可以。然后咱们怎么从咱这儿，那就是从90年开始参赛，这些跟我哦，90年往前到40年的都是你的。哎嚯、啊，我带一老年旅游团出去了，我上那儿干嘛去啊？我有的是生活可以自理的。哎嗨，不需要我照顾是吧？咱就去吧，挺好的。到那儿一唱玩呗。不是唱戏可以，我也喜欢唱。啊、怎么个唱？唱咱哥俩来一个参赛曲目好不好？咱挑一戏，挑一个咱俩特别合适的戏。这个我不能说在台上我欺着你，那完了。这不合适了，显得没有道义。你必须哥俩一样，对，好不好？平等。你这真的，你比如说，咱们这是唱一个辕门斩子，我唱一杨六郎，你唱一杨宗保，这没意思。唱一白良官，我的尉迟恭，你的尉迟宝林，没意思。分外设宴，我是薛平贵，你是薛丁山，没意思。我非唱一儿子不可，是吧？我就您那别的杨门女将，我反串佘太君，你来杨文广，这个、哎，这还差出四辈儿去了。行吧，你挑平等，就是哥俩得一样的能耐。啊，到那美国人一瞧，我勒个天爷，真好！这美国人呢，这是啊，这是美国人呢。哟，这一万多外国娘们就都来了啊！哎呦嚯，咱俩就得死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也行，就你，哎，行吧，您挑个戏，我会鼓励你的，好吧？行，咱俩来洪阳洞怎么样？洪阳洞是也叫三星归位，您解释解释。杨家将个戏，哦，哎，老令公杨基，死在藩邦北国。哦，哎，这尸骨最后弄一包，搁在这个洪阳洞里边了。是，哎，在那儿装着。北国，啊，杨六郎，我爸爸在那儿呢，我得把尸体那骨头弄回来呀。啊，是啊。跟前有俩哥们儿，孟良焦赞。哦，孟和焦。哎，让这个去，别让那个去。嗯。结果呢，这俩都去了，到那儿失误，这把这杀死了。哎呦，孟良焦赞都死那儿了啊！杨六郎在家一听，也吐血死了。哦。
三星归位，三亿宾天。哎，这里边这孟良焦赞这哥俩的戏势均力敌，这是好哥们儿，咱俩来这个。好，这是孟良焦赞，我来孟良，你来焦赞，这成了。哼，当当当当一唱，唱完之后，咱俩夸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咱就奔美国，好不好？这非跑死不可呀、啊，这车。六里桥，咱得从那儿，咱才能倒到那个哪儿那个赵公口那儿。嗨，行了，甭说了，咱就唱戏。哎，我这花脸，花脸行吧？可以啊，好吧你啊，孟良焦赞长推上场，好的，唱嬉皮摇板，没问题，成了咱俩就大媒婆了啊！再喊一万多外国妇女等咱俩啊！你那个唱法只能在河北省部分地区巡演，啊，哪么这是美国的？您这词儿是毛病了呢？你知道美国到那不一样，得改一下，而且合乎剧情。怎么合乎？我是孟良，你是焦赞，咱俩去哪儿了？咱俩去北国盗骨。去北国盗骨？对呀，啊，这事儿很机密，机关秘密要谨慎。哦，那我怎么办？侦探北国走一程啊。侦探北国走一程，哎，我听这词儿也新鲜。你在那就对了，凭什么呀？这女的跟你，来，荡起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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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荡起来，轰雷哐，一锤雷哐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。我老听这句别扭啊，你唱唱唱。侦探北国走一程，趟嘿趟啊。花脸呢？你不要脸呢？没听说过有上台报号报大花脸的吗？你刚才没听我说那剧情是吧？剧情我知道，我用听你说。咱俩干嘛去了？咱俩盗骨啊！哦，盗骨去了。咱就说什么呀？我孟良，我焦赞啊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？北国番邦要塞呀、啊！人有兵，人一听，哦，来了盗骨去了。好，猛狼嚼蛋去呀！这就这味儿的呀、啊。所以必须隐姓排名。哦，您哎，我大花脸。那我呢？二花脸呢？还排队呢？那您要都耽误你事儿了。这记住了吧？荡起来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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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雷哐，一锤雷哐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北国走一程啊。花莲呢？二花莲呢？来点我的伙计，你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都没听说过，什么味儿啊？您这我就问你了吗？来了，我的伙计啊！什么叫伙计？该伙计了。这必须说伙计啊！怎么就伙计？我还要怎么跟你说明白啊？这儿好些个伏兵啊！哟，这两个人干什么去？饿坏了，又来了。是吧？这一伙计，哎，来点我的伙计。那我说什么呀？你就说我早就来了，我的伙计。哎呵，哎，我也得这味儿。那必须伙计，我当然就这点说。哎，认你啊！乐，扛起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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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轰雷哐，一锤雷哐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北国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莲呢？来了，我的伙计。哎，这伙计，我早就来了，我的伙计。我灭了他这玩意儿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这什么问题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哪儿谁家的儿子？你这不这这是两人对话？对话问谁家儿子？这都是掩人耳目的话。知道吗？不能说正经话，咱们都去盗骨去，咱们去，让人发现了吗？哦，哎，这是谁家女儿子？啊，那我说什么？你谁儿子？我说我爸爸的儿子，我谁儿子？这犹豫什么呀？谁犹豫了？你不要往我身上赖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会承认的。废话，我家有俩了，已经够我养活的了。你就说我说
你这是等我什么爸爸的儿子？实话实说。哎，让外国人一听，哦，这俩人说的对呀、啊。废话。机关秘密要紧得深，侦探莫过则为臣。啊，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得我的伙计！哎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，我的伙计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这不是废话。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儿，你不愿意你就说出来啊！我愿意呀、啊，愿意就愿意吧啊！我说什么呀？我倒认可，我得说认可，你得说认可。哎啊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的我的伙计，伙计我早就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我倒认可。把你过继我，你倒认可不认可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个人吃不了香东西，知道吗？没意思，到嘴的鸭架子熬白菜都得飞了，这好不了哪儿去。你这去不去美国呀？去美国那怎么过？人家总统克林顿，你没有克林顿，就答应咱们了，10,000多美国妇女等着咱呢。别老提这个，是吧？就到这关键一句啊，这都是迷惑敌人听的。我国籍我认可不认可？你得说，我倒认可得不得了啊！我怎么那么贱骨头啊？这就是让这些兵们一听，哦，这是爷俩来的，哎，就放咱过去了。哦，这就行了。你就这么一句，你会不会？行，我要找高峰了啊！别，我给你上美国。那这高峰比你还像人啊！好啊，哎，走，荡起来去，荡起来去，荡起来去，荡起来，空嘞，哐一踩嘞，哐，机关秘密要紧的很，侦探莫过则为臣啊。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这儿，我的伙计！哎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我倒认可。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可不认可？来，快！我倒认可你狠呐！我呸呸呸呸！哎，快回来！啊，什么情况？唱了一半你跑了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个戏很完整，特别完美啊！什么完整？没唱完呢。这个戏是个连台本戏。这是第一本啊，第二本呢得等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再编再写啊，就可以就这样了啊。你等会儿吧啊。哦，后边的得等美国回来。对对对对对，万一咱死美国呢，咱就不唱了。哦，哎，是这样。哎，那这么的，您受累啊，咱俩再唱一回吧。还唱啊？上个瘾。哎，回来。还有一要求啊，你说这回我来孟良怎么样？我呢？您唱交赞，这还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因为这个，那个交赞的词儿我不会。哦，交赞这词儿您不会？你怎么教我来了你？去回唱。你说。机关秘密要记得深，侦探不，这不还一样吗？这怎么样？你想什么词儿？我孟良，那你唱啊！我先唱。我以为你忘了呢。我唱这事儿你忘了？刚才抢着唱。哎呀，扛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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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哐一推，哐！机关秘密要我记得深，侦探莫过搜一尘啊。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这儿，我的伙计，这不又回来了吗？这个，张嘴抢着唱啊！老想象，再来一回啊！来一回，你唱。
秘密要我谨慎，侦探莫过走一程。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，这我还来不了这玩意儿。这不就活计？哎，活计我早就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你倒你是罗毅。下面请您欣赏《结婚那些事儿》，表演者刘鹤春、关鹤柏。谢谢各位观众，太热情了，谢谢大伙啊。今天是纪念我师爷的相声专场，是。我师父跟于大爷说的比较辛苦，哎，下去休息一会儿啊。我们二位中间给您说这么一段，是啊，同时给您各位一个上厕所的时间，好嘛。我们俩太利尿了，说完真有走的。我憋半天了，那是。祝您成功吧。这有不成功的吗？这个。您放心，我们慢慢的说啊，您慢慢的去，是，保证让您痛痛快快的回来。嚯、啊！那我们两个人一上台啊，啊，好多朋友不太认识哦，有熟悉的，有不了解的，哎，好多朋友一脸的茫然啊啊！为什么说不认识我们两个人呢？为什么呢？可能好多朋友很少看电视上德云社的节目，哎，这有可能。您要是看过电视上德云社的节目，您就知道了。什么呀？根本没有我们俩。那还看他干嘛呀？就为了确定一下。太好嘛！啊，果然没有他们啊。神经病了。我们两个人都是郭老师的徒弟啊。是，我叫刘鹤春啊，他叫关鹤柏。我们两个人啊，一说郭老师的徒弟，嗯，大伙儿第一反应就是岳云鹏，对，第二反应就是烧饼他们。哎啊，一说刘鹤春、关鹤柏啊，这两个人不知道啊。我不认识。为什么说不知道我们俩呢？为什么？电视上也没有我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让我们俩去呗。你怎么说出来了呢？这不能说，这玩意儿能说吗？这个就说吧，说出来以后就没你的商演了，就。那你太缺德了，你拿话往那儿带我呀？你是，是不是？我跟别人呢，我叫太坏了你。我叫刘鹤春，他叫关鹤柏。是，其实啊，这关老师相声说的比我好。您客气啊，关老师就是北京人。哎，这倒是，北京人咱们大伙儿都熟悉。什么呀？北京人嘛，啊，跟这个周口店人不一样。不，这可不一样。怎么还不一样呢？废话，您刚才说那是那原人，那您呢？我老北京。哦，对，他是老北京。哎，老北京嘛，啊，就在他小的时候呢。怎么样？还穿树叶。哎，啊，出去打猎去。行，这不还是原人吗？您不是啊？北京生，北京长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哎，因为这个相声的发源地就在北京，是，所以说关老师说相声有他自己的特点。您客气。而且他这个人在我们后台来说啊，比较有名。有名，大伙儿都比较喜欢他啊啊，说学逗唱样样都好。啊，您捧了。但是他这个人生活上有一点不太如意。什么不如意？结婚特别的晚。哦，32岁结的婚，也还可以。在社会上来说，32岁也不算太晚。嗯，但是父母着急呀 啊，尤其是这儿女到了岁数不结婚，对，父母心里头老觉得是个事儿，老催。而且他在家里边又是个独子，哎，你是个混蛋。谁是混蛋呢？谁是独子呀？家里就你一个，没有旁人，没有兄弟姐妹，独子。你们家就这么说话是吗？那叫什么呀？那叫独生子。是，我说话我好简称。你简称我成混蛋了。他是个独生子。独生子，你想吧，啊，老不结婚能成吗？那是啊。后来这个婚事是多亏了谁呢？啊，哪位呀？多亏了他母亲的一个闺蜜。谁呀？菜市场王大爷。哎，哎呦，这是什么闺蜜呀？男闺蜜吗？哪有男闺蜜呀？不是亏了他，这跟我妈没关系。那是多亏了谁、啊、我爸的一朋友。对对对，哎，多亏了他爸爸的一个好朋友。对啊，这个居委会常大妈。哎，我们家都鸳鸯着来是吗？这个什么叫鸳鸯着来？那什么的没有，怎么还常大妈？互相关系都不错，早知道我就不换了。他
常大妈呢是一个热心人啊，在这个居委会工作，平时就喜欢给人家保个媒、拉个线什么的，热心肠。这不一直听说您没对象吗？啊，常大妈那天上你们家来了，找我去了。你爸爸跟你妈不在家哦。老太太一敲门，嗯，范老师一听啊，谁呀？我，常大妈。哦，哟，常大妈来了啊！您等着我给您开门。把门一开啊，可了不得了。怎么了？老太太咚咚咚咚咚，扑通一下，干嘛呀？把她怼沙发上了。啊？哎，这是把我当我爸爸了吧？你们家都这么乱呢？废话，干嘛给我怼沙发上干嘛呀？这您就不知道了啊！你们家的门槛绊着脚了。我们家还有门槛呢。老太太没站稳。你们家大门口正好对着客厅的沙发啊，噔噔噔噔，咕咚一下把腿沙发上了。好嘛，别动别动别动，什么门？他也吓坏了。那是常大妈，您矜持一点。对，您得嘱咐他。您来这儿是有事儿啊？啊，哎，没别的事儿，您先别着急啊，您坐着啊，我给您沏杯茶，倒点水喝。他沏茶去了。嗯，常大妈旁边啊，把衣服穿上了。哦，什么时候脱的？你吓着我了，你吓着我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这老太太身手够利索的，就进门这么功夫，衣服都脱了。您听错了，什么意思？把外衣穿上，干嘛呀？你们家空调开得太凉了。空调开太凉了？哎，啊，天那么缺德啊！嘿，把外衣穿上。嗯，他把水端过来了。哦，常大妈啊，您喝茶？喝水。今儿来是有事儿吗？问一问。哟。啊，没别的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怎么了？我是贺柏呀，叫我呢。这个你岁数可不小了啊，今年都32岁了。是，咱可不能再等着了啊。这个常言说得好啊，什么呀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这么一句。你要混到大妈这个岁数啊，怎么样？什么都晚了啊。回首往事，有过多少晚？这说好好唱什么呀？这个老太太有点激动。老太太神经病，你看，就是给你介绍对象来的啊啊，介绍这个姑娘啊，就是咱们隔壁小区的，哦，挨着，今年28岁，哎，合适啊。后来就一直没找着对象啊啊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姑娘啊，怎么样？你就说这模样长相吧，好看吗？咱们就说这家庭条件吧，啊，你就说这工作收入啊。这都不提，哎，那你说他干嘛呢？这个，这都不提，好不了。主要是过日子人呐。嗯，我这个照片，哦，有照片，你瞧瞧，直接看就完了。把手机掏出来了，你看这，哎，头一张不能看，这是我爸爸照片是吧？怎么，你爸爸怎么还不能看呀？这头一张是人家自己私密的照片，私密搁这儿。你看这个，啊，这怎么样？看这姑娘怎么样？这个，啊，这是怎么样？这个。他一瞧，哟，常大妈，怎么了？这姑娘脸都肿了吧？肿了。哟，你看的不是她，那什么呀？你看她手里拿着气球。嚯，她人都跟气球一模样啊！旁边你看着能看出是个人来吗？没人模样。哟，好像还成吧？还成啊！这事儿我说了不能算呢啊！我得问问我爸跟我妈。好父母。常大妈满应满许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贺白，怎么了？我同意，你爸爸就同意。谁跟谁结婚这是？这话听那么别扭，我这他同意了，他劝你爸爸啊，你爸爸劝你妈都同意了，说清楚了，这边就说妥了啊。转天常大妈到你未婚妻这边来了，啊，到女方去了。那天这姑娘正在家休息呢，哦，在家没事正看片呢，看什么片儿？什么片儿？韩剧、电影。啊，以后您就直接说韩剧就完了。哎，看电影啊，打开电脑正看片呢。哦，啊，常大妈来了，一敲门，谁呀？我常大妈。嗯，姑娘一听啊，赶紧下来把电脑扣上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准不是韩剧。我的天哪，赶紧开门吧，开开吧。哎，一开门可了不得了。怎么了？常大妈一下啊，把你媳妇这裤子蹬下来了。哎呦呵。怎么了，老太太？啊，干嘛怕我媳妇热是怎么着？嗯，干嘛脱裤子干嘛？一进门，门槛又绊脚了。这缺德小区都给拆了。哼，门槛绊脚了啊！他一下跪下了，跪下，手里边没地儿抓，一下抓裤子蹬下来了，还真利落。把这姑娘吓坏了。这是老手。常大妈，您干嘛呢？这是？嗯，没别的，没别的。啊，找你来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扒裤子呀？常大妈，您坐着吧，我给您沏杯茶去。哦，啊，把茶端过来。嗯，您喝茶。是啊，常大妈说：“姑娘啊，你裤子还没提上呢。”嚯，我媳妇不怕摔着我这？您来这儿有事儿吗？嗯，没旁的事儿。看我这金莲呢？谁？
我媳妇潘金莲是吗？谁说是潘金莲了？你说的金莲。听错了。什么呀？君莲。君莲。君子的君，莲花的莲。什么缺德名字这是？君莲呐，这个常言说得好，说什么呀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咱可不能再等着了。是。你岁数也不小了啊，要混到大妈这个岁数，什么都晚了。多新鲜呀！回首往事啊，忧国。别唱。老太太这病太难治了。给你介绍一小伙子啊，就是咱们隔壁小区的，对，德云社里边说相声。说的是我，今年32岁啊。我这有照片，你瞧瞧。看照片啊，哎，头一张不能看，不能看的就别搁头一张了。啊，这张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行吗？这小伙子怎么样？这个啊，姑娘一瞧，哟啊，长得嘛，怎么了？他有点黑呀、啊，黑。你看的不是他，什么呀？是他那后边那黑板。嗨。这姑娘什么眼神啊？这是头里能看出是个人来吗？这个我们俩都没人模样。你瞧啊，行吧，哎，行行吧，也不是看没看啊。但是我也不能说了算呢啊，我得回头问问妈咪。对，等会儿，妈咪啊，我媳妇干什么的呀？干什么的？小时候管她母亲就叫妈咪，叫了多少年就没改。我以为歌厅小姐呢，我这。你想的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叫妈咪。对了，妈咪，正可巧你丈母娘买菜回来，常大妈跟她一说，她也没说不同意。哦，我说常大妈呀，是这个君莲出门子，我是同意。哦，但是可是这么说，怎么呢？她一族不要紧呢，其他的姐妹们怎么办呢？哎，灵儿啊，香儿啊，玉儿，别玉儿了。这还是小姐呀、啊？谁说的呀？这什么意思？这其他的姐妹们什么名字？这是家里头人口多，孩子们多，孩子们多就起这缺德名字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常大妈说你放心吧。啊，他们的婚事都包在我身上啊，他全管了，两方面都同意了。嗯，两个人互相留了微信。哦。哎，加了微信聊一聊。嗯。聊了1个多礼拜，怎么样？开始见面了。哦，这就要见面了。每天吃个饭呢，逛个街呀，看个电影啊。1个多月，怎么样？俩人都觉得不错啊，该定亲了。定亲，双方家长坐在一块儿，商量一个结婚的好日子，还真快。挑来挑去，挑了一个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呀？清明节。对。那是好日子吗？怎么不是好日子？清明节，这结婚多丧气呀！这个清明节那天你们俩都放假，对，我们俩扫墓去。不是扫墓，正好办婚事。那别的时候他也有放假，你妈是不同意啊。多新鲜啊！说了亲家啊，这不成。清明节结婚这多丧气啊！就是，依着我咱们往后错一错啊！你到5一的时候也来得及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丈母娘不同意了。为什么呀？那哪成啊？5一，那哪成啊？怎么了？你看现在啊，俩人交往了1个多月，是我们闺女都显怀了。对，谁的呀？我们俩交往1个多月，我媳妇都显怀了。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媳妇好吃。好吃就能怀孕？没说怀孕，就吃的胖，肚子大了，穿婚纱不好看了，显怀。我丈母娘是人吗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他就有点用词不当。什么就显怀了？你这边一听得了，那就清明节结婚吧。非找这么一日子。转眼间清明节这天就到了啊，凌晨5点钟都起来了。对，扫墓走晚了，堵车。不是扫墓堵车，5点多，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吗？干嘛呀？早上起来得化妆啊！哦，那是他们那边给新娘子盘头化妆。对对对，哎，早晨起来啊，请了一个化妆师，捯饬捯饬，给你媳妇儿跟这盘头化妆。对，你丈母娘心里都不是个滋味了啊！一个劲儿的跟这化妆的托付啊，托付什么呀？这化妆的师傅啊，哎，手里给她化的漂漂亮亮的，怎么要哭啊？她一走啊，我这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啊！等等等等，别住住住口！干嘛？我接的是阴婚是吗？谁说阴婚了？不是，怎么的？我媳妇一走，我听着走出门子，一会儿你们接亲的来，他不得走吗？这出门子那可不嘛，吓死我！出门子啊，给他画的漂漂亮，就别哭了就，他老哭什么呀？心里不是个滋味，我都不是滋味了。你想人家化妆师是干什么吃的呀？啊，满应满许是大妈啊，放心吧，哦，保证跟生前一样。对，哎呦哈。就是死人，谁说的？生前跟生前一样。化妆师的意思是什么呀？我的手艺跟我生孩子之前一样。废话，
这手艺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生完孩子手艺没变，他说自己呢。这都什么人呀，请的？哎，一边画一边跟你媳妇聊天。聊什么呀？姑娘，放心吧，什么样的我没画过呀？哎呀，出车祸死的，哟，没有眼睛的，哎呦，看了鼻子的都画过。等会儿，这化妆师还是入殓师啊？这个？因为你媳妇她老困，她一冲盹儿就没画好啊。说个故事刺激刺激她。你这是刺激我呢，你这是刺激刺激他啊！简短结束啊，画了两个多小时，嚯，开始穿婚纱了。哎呀，穿了啊，婚纱可漂亮，好看吗？洁白色的婚纱，对对对啊，花好几万买的，浑身洁白色的婚纱，就喜欢这个，还得戴面纱。哎，这有什么叫面纱呢？啊，盖在脸上，都知道，都这样啊。面纱一戴，从这儿开始啊，一直到这儿，哎，这是盖死尸的白布。不是面纱买大了，那面纱买再大，它能有多大到脚面？哎，买长了，这卖家忘了剪了。这没听说按照什么卖的，这是。面纱一直到这儿，行了，等着吧。早晨起来8点来钟，你们迎亲的队伍到了，我来了啊，带着十几辆车，开到小区门口啊，放了10来分钟的鞭炮，嚯，领着人来到他们家门口，多热闹。来到门口可不要紧，干嘛？里边咣当，把门插上了，干嘛关门啊？这结过婚的人都知道什么意思，要红包啊，跟我要钱，要钱。关老师门口一瞧啊，要钱啊，没有，没有，要命啊，要你们的吧。嘿，什么话呀？我说朋友们，把雷管拿过来。您等会儿吧，我结婚我带着雷管去的。你在农村炸鱼的时候，那雷管放在后备箱了。这有搁后备箱的吗？这个，来来来，雷管拿好了啊，都是偷一火柴走你。我还真点，砰一下门开了，客厅都没了。嚯，多大当量的，这是客厅都没了，几个人冲进去抬着你媳妇抢了就跑，土匪呀，扔到车上滴滴开走了。好嘛，你丈母娘跟小姨子送出来啊，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啊。是啊，房都没了。不光是因为房，那哭什么呀？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娶得起媳妇嫁不起闺女。好啊，娶媳妇是往里边接人，对啊，嫁闺女是往外送人，心里是别扭啊，这个眼泪在这个眼窝里边直转悠。你小姨子还劝他呢。劝什么呀？妈呀，您要是难受您就哭出来吧。啊，老太太一掸眼泪，可说是我那没有见着面的脚不硬的短命棍的丫头啊。丫头吗？头啊，丫头是怎么了？这告状来了是吧？他不后唱个评戏吗？那没有这说，这在马路唱这个呗。唱了一会儿，哎，你们早就走了啊。车队开着一直来到酒店里边，是啊，门口又放了10来分钟的鞭炮，老放啊。你们一对新人，来到新娘房稍事休息。对，这个时候啊，新郎这个新郎还跟新娘跟那聊天呢。是，婚礼现场早就布置好了，那是特别的漂亮，哎，洁白色的窗帘啊，洁白色的桌布，洁白色的蜡烛。抽着什么海鲜？这是灵堂啊。谁说灵堂了？怎么全是白的呀？你们是西式婚礼啊，西式婚礼都是白色的，全是白的。再说了，两边挂着婚帘，它也不像是这个灵堂啊。哦，还有婚帘呢，请书法家啊写的这个对联。那错不了啊，你的名字叫贺柏，是你媳妇儿的名字叫君莲啊。上联有你这两个字，下联有他这两个字。他怎么写的呀？上联是啊，什么呀？贺游松柏地。那下联呢？君登莲花池。这是挽联，是吗？废话，是挽联吗？这不是挽联的词儿吗？这个在中间贴那字儿，它也不像是挽联啊。电，谁说电了？这电最合适，现在是。哎呀，喜喜，是喜字吗？喜字，双喜字啊，大喜字。哎，翻过来是那个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这俩字搁一块儿的啊，这纸不够用，翻它干嘛呀？哎，好，等着吧，等着吧，等这时辰吧，啊，等时辰，等时辰，一会儿鸡食已到，我以为一会儿烧呢，11点11分11秒，全是棍儿啊，这个，我这过关过节来了，我，鸡食已到，好，放音乐，哒哒哒哒啦滴哒，别哒哒了。干嘛等不到坟地就烧是怎么着？谁说烧了？这曲子太悲了。你喜欢民乐，
我民乐我也不能现在听这个呀，我你显得庄重啊。不对，欢快一点的。缓缓的大门一开啊，上来两个小孩，小孩花童。哦，花童，撒花的儿童。对，一男一女，哎，手里边拿一个篮子，里边有花瓣，撒花啊，哎，抓一把啊，走你，走，走你，哎，这撒的是纸钱儿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废话，咋纸钱儿才这样呢？那撒花瓣不也这样吗？撒花瓣就这么撒就完了，这么撒干嘛呀？孩子个儿小。他扔的高，这样这没有这么扔，这孩子都谁教的？这都是。哎，走，这别扔了，就往前走。那人，他们刚进来，又进来两个小孩，还有呢，一男一女，怎么样？手里边每个人拖着个盘，还有盘啊，每个人这模样的啊。这不是纸人吗？这是，谁说纸人了？俩纸人，面无表情的纸人吗？不是，手里边拖着东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孩子拖着结婚证书啊，另一个孩子拖的是这个戒指，那戒童啊。对了，他为什么这样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孩子们紧张。你这么一比划，我都紧张了。嘿，孩子们紧张，紧张也不能跟纸人似的就出来了，吓得都不能动的 啊。下边两个轱辘推着，哎呦呵，那就是纸人。有推着进来的吗？那个不是吓得吗？不能动了都。行，哎呦呵，行了。这样就别让进来了。这个时候伴郎伴娘进来了啊，后边就是你们一对新人，都是推进来的。那可不是，一块烧呗，待会儿。哦，你们要烧什么？要烧啊，咱们来的这个舞台上都站好了，是特别漂亮，好看。中间是你跟你媳妇儿，对啊，你站在这边，你媳妇儿站在旁边啊，面纱一直到甭说这面纱了，早就该搅了。对，伴郎伴娘站在两边啊，这边两个小孩，那边两个小孩。哎，别比划了，一会儿全场都哭了。对，甭等他们了，就等着吧啊，一会儿神父出来了。怎么还有神父啊？因为你是西式婚礼啊，请神父主持。哦，主持人说是神父，其实也是中国人哦，穿着就是那个袍子，这扮的，带着十字儿，上了一神父，是神父主持婚礼啊。这个今天第一个环节啊，有请谁？证婚人上台。哪位？常大妈。哎，怎么又是他呀？他得介绍对象，他不得上来吗？那得让他赶紧的。哎，各位，今儿是个好日子啊！这个常言说得好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他就会这句。他们俩呀，也都不小了。他要再唱，我就掐死他。今儿我就不唱了。对，他也害怕。宣布一下吧，啊，把这结婚证书拿过来了。哦，瞧见没有？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今儿是等于是有了正式的营业执照了。谁呀？我们也开歌厅去，是怎么样？谁说的呀？营业执照，有了正式这个结婚证书了。证书得了，俩人回家吧。哎，回家就两个人光明正大的。咦，让这老太太赶紧下去。咦，走，再低啊！什么再低？那个都。老太太不是吃错药，就是没吃药。老太太下去了。嗯啊，神父说了。神父正式主持婚礼了，这才开始。咱们都看过电影啊，这神父怎么主持呢？怎么来啊？两边一人问几个问题。哦，对啊，首先就问你媳妇儿，先问他啊，请问我们美丽的新娘啊，君莲女士，就甭提这名字了，愿意嫁给我们这位先生为妻吗？啊，无论是疾病哦，健康啊，贫穷是这样的，富有有没有脚气？脚气，长不长痔疮？呵。睡觉的时候咬牙放屁吧唧嘴啊！哎呦，好家伙，不爱卫生，那臭袜子一攒一大堆。好家伙，不做家务，整天的玩游戏，王者荣耀开黑他都不赢我。嗨，那什么问题呀？哎，就这么一个货，你愿意嫁给他吗？什么叫货呀？你媳妇一琢磨啊，要这么说的话呢，怎么样？不愿意，多新鲜呢。神父说已经晚了，晚了。我宣布他已经同意了。哎，他哪儿同意了？他又开始问你了啊？又问我？请问我们帅气的新郎啊，愿意娶我们这位小姐为妻吗？哦，他一听，小姐不行。什么小姐？我就往那儿想，行是吧？愿意娶她为妻吗？啊，无论是疾病、健康、贫穷是富有哦，有没有脚气？又来了，长不长痔疮？哗哗流血。哎呦，哎，好家伙，平时不会做饭。哎呦，炒个西红柿鸡蛋都能炒糊了，泡个方便面都泡不熟，
见天的买衣裳就是一个败家娘们儿吧？什么词儿啊？这是发了工资，什么淘宝啊、天猫啊、唯品会呢？见天的买什么啊？好看韩剧一哭一宿啊！就这个娘们儿，你要吗？这都是神父吗？这个，王老师一琢磨，啊，要这么说的话，嗯，我也不愿意。废话，神父说已经晚了，全晚了。我宣布，啊，他们两个人同意了。谁同意了？同意了啊！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干嘛呀？交换完戒指之后，嗯，哎，要你呀啊，亲你媳妇儿一下，哦，吻新娘。哎，你亲你媳妇儿一下，大伙儿哈哈一乐，到此礼成，大伙儿开席吃饭。对呀，都等着这个环节了，来吧！啊，神父说了，嗯，最后一个环节，嗯，有请我们帅气的新郎亲吻美丽的新娘。好，大伙儿都站起来了啊。都看着台上，都看关老师有点不好意思的，那是啊，当着那么多人呢，啊，磨磨蹭蹭，磨磨蹭蹭的就过来了。其实我是害怕，哈哈，神父一个劲儿催呢，啊，赶紧的吧，大伙儿都等着呢。是是是啊，关老师实在磨不开了啊，他就把这个面纱撩起来了。哎，他一撩这面纱啊，大伙儿一瞧，哄堂大笑。这笑什么呀？关老师低头一看，满脸通红。不，到底怎么了？他把那裙子掀起来。哎呀，去你的！下面请您欣赏《富贵有余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送于老师的吧？我一猜啊，于老师拿去，哎，这给我的，哎呀，了不得了啊！上回握手，我那戒指就丢了。还有花啊？可以，我就当手。摸完了。每回来演出啊，弄得老跟上货似的。票钱弄回来。看得出来，还是喜欢于老师的人多。哎呦，大伙儿爱听相声。一上来那姑娘就说：“这给于老师的。”哦。每次演出都是好些个女孩的心，我一眼就看透他们。怎么？他们都憋着嫁给于老师。哟嗨！然后给郭德纲生孩子啊！这都什么选择呀？这是，你们就累死我就完了你啊！天涯情雪多少爱，江湖夜雨是非愁。哦，干这行最大的乐趣就是站在台上跟观众可以互动。哎，这我们的特点。大伙儿一定要珍惜我们这门艺术。好，因为你要是交响乐、芭蕾舞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容易被人打出去。人家不允许啊。说相声可以啊，互动啊。嗯，有的时候观众还喜欢搭个下茬说个话。哎呦，真有高的，是吧？嗯，当然三五年能碰见一回啊。大部分就是瞎喊啊。啊，听相声听信，一看这喊的有道理。这三五年才碰一个。这三五年一直是他。你是有多爱我啊？谢谢你跟哟，带着男朋友来的。哎嗨，一会儿出去让人开了怎么办啊？谢谢吧。嗯，观众对咱们这是一种厚爱。对啊，无以为报，还爱，只能好好说相声。嗯，我们也是真没出息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这个嘛。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问你们长大干嘛呀？啊，我们一班啊，个顶个要当科学家。都是，就我一个人要说相声啊！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说相声。是啊，我们这帮科学家都没饭现在啊！人得有自知之明。对，这些年其实风风雨雨，什么事情都遇到过，经历的多，很好。嗯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。哎，啊，人活着就这样。嗯，跟画画似的，画画画那山有高有低。哦，人生原本如此。哦，画这山都一边大一样高，那是一剃窝头啊！嗨，就得有高有低。今儿高兴了，明儿别扭了，啊，后天发财了，转天丢钱包，挺好。这都过日子嘛，人就是这个呗，是吧？嗯，尤其咱们这都普通老百姓人家啊，你跟人家他那咱没法比。我怎么没法比呀？那大户人家出身，怎么就谈不到大？要别人说，别的说相声站台上这家有钱，那都胡沁。不可信，我说这个都是我亲眼得见。我们家有钱，一块长起来的啊，打小吃饭他花钱，嗨，喝茶他花钱，有就花呗，哪怕去那个地方他花钱。去哪个地方？
新华书店。啊，谢谢谢谢大家啊。新华书店，感谢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。哎，你叫聂个地方。嗨，怎么说话呢？这都是都是人家给咱们花钱，有就花，跟亲哥哥是一样的。就是这关系，三岁习文，嗯，四岁学武，对，五岁胸口碎大石，我还是练过。这二十岁参加工作，嗯，你哎你，二十岁参加工作，嗯，五岁就胸口碎大石，嗯，中间这几年我干嘛去了？养伤。我跟大石，我们谁碎谁呀、啊？我们惨着了，当年呀，我碎他干嘛？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，好哥们儿，好交情。嗯，一上学，我们学校啊，嗯，最有钱就是他，不还是钱吗？没事就数钱。哦，老师上面讲课，他掏出点钱来。哦，你们听课，我数钱。据说他这个毛病跟他们老爷子学的。我爸爸也数钱。老爷子数钱数的都没指纹了，指纹都磨下去了。出那苹果手机，我送他爸爸一个，不要。为什么呀？开不了锁，就靠这个没有。哎，钱儿随他爸爸，我也数数钱。嗯，同学之间，只要他看见没见过的东西啊，这新鲜没见过哦，买就买那没见过的。就哎呀，你是没见过那个花钱如流水啊，真有钱啊，数钱。嗯，看见同学了。嗯，吃的什么？哦，同学就傻了啊。油条，我连油条都没见过呀、啊！我这什么有钱人呢？我这是没见过整颗的。哎嗨，净捡那剩吃的了。人家他们家买了之后都得弄碎了全家吃，啊，我们这喂鸡呢是怎么着？大户人家单有一大厨子啊，早晨现炸油条，厨子都得嚼碎了，嚼的。哎呀，全家人拿牙签炸着吃。那可不如吐的腻乎，整根的它新鲜啊！哎，买给我吧，买这个，数出一百块钱来，啪，扔同学脸上，哎呦，抢过来，可见着整根油条了，没我们家那个咸，这多新鲜呢！厨子口重，就是这么有钱。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吃的玩的呀，啊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嗯，我母亲他们单位组织上那个秦皇岛北戴河海边，哎，就是山海关啊，带着孩子说一块儿去旅游，去几天玩玩呗。那一回来之后，我就美得都不行了，没出过远门，没见过什么啊。又回来之后，呵，那儿怎么着，这儿怎么着，白活就小孩儿那个状态啊、哦。他这看见了，郭德纲，哦，伸手，怎么着？伸手啊，那这几个小贝壳卖给我吧。这也买啊？不给，打死你啊！哟，给你五百块钱，五百块钱买几个贝壳？五个小贝壳，他拿走了。哎呀，长大了才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那是开心果的皮儿。哎哈，连贝壳都不是，干的。这俩糟钱花的了。真小，有钱，有钱就这么花呀、啊？欺负我们这些个穷苦的孩子。谁欺负谁呀、啊？这是，拿我们当傻子一样的看待。用万恶的金钱砸在我们的脸上，万恶的有钱人、啊，嗯，把我们的饼、馒头、苹果糊都抢走了，好容易碰上不嚼的了，嗯，一起成长起来啊，感谢当年，那是真的，就人家是大户人家，我上他们家去，我见过他曾祖的一张照片，怎么他就有照片？曾祖啊，啊，那是清朝啊。啊，当年摄像是有了，照相技术都有了。嗯，哪个一般老百姓谁见过呀？照不起呀、啊。李鸿章有照片，我见过。那是多大官儿了？左宗棠有照片，那是。慈禧太后有照片，那甭说了。慈禧边上那是不是你曾祖？对，不是。小嘴巴干干净净啊，没胡子那个，不是，不是啊，啊不是啊，他哦，你曾祖有胡子，多新鲜！顶戴花翎，黄马褂，山羊胡子嘛，这大官儿啊。坐着啊啊，后边是中堂挑山对联，还有对联，嗯，有一副对联写的什么呀？上联是吃亏是福，哦，下联呢？福如东海，哦，这得吃多少亏呀、啊？这得
曾祖啊啊，这当什么官儿可记不住，咱也不懂，甭记。好像我后来在网上查过他曾祖，那会儿就是在冷宫卖冰棍儿，是不是？这能卖得出去吗？这冷宫里卖冰棍儿，卖冰棍儿是管冷气，我忘了，就是哪样也好不了啊。嗯，后来是负责那个鹤顶红的品鉴。这差事官运不旺吧？上任当天就死了啊，那就是来活了。所以后来你祖父就说嘛，啊，咱们家不要再做官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做官不行，曾祖那么大官，最后还死了呢。对，咱们有好身体，好好活着。对，他祖父这份的，怎么就好？大户人家又趁钱呐，啊，他祖父家里边妻妾成群啊。我说咬言杂字那么狠，妻妾成群的。妻妾成群，妻鸡成群，没有鸡啊，妻妾成群啊。行，好吧，反正挺有钱的啊。他祖父那会儿说，我有好身体啊，不能像我父亲似的死得那么惨。是，从小练武术，哦，也练家子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不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水钩的，带峨眉刺的，嗯，全练了。都会走南闯北，练武术的名家都教过你祖父，那叫投名师访高友。最厉害那个铁砂掌的名家啊，多厉害呀！啊，有一铁砂掌的大侠，两手上的功夫，一个巴掌就500斤的力气，这么大力量，俩巴掌铁砂，俩巴掌啊，1000斤，多大能耐！大侠哦，可惜怎么死在了一个清晨？哎呦，怎么死的呀？嗨，啊，早上起来呀，啊。洗完脸拍爽肤水儿，啪，碎了！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大劲儿？大侠，什么大侠？大虾这是？这教过你祖父？哦，这死之前那是，可不死之前呗？啊，还请了一个大侠，这有哪位？练那个地躺拳的高手，这是下三路的功夫。地躺拳往地上一躺，啊，千军万马你也弄不过，能耐大极了，跟地上打。是是，就是可惜，跟人矫情啊，在河边那坡上啊，轱辘到水里去了。哎，他又不会游泳，哎呦，躺在河里淹死了，在地躺拳白练了。哎，还有一位啊，有一高手。啊，是高手，也很厉害，也是，嗨，没有不精通拳形，都会，就是跟人绿林道上江湖仇人多，啊，把这时候俩胳膊切了，哎呦，哎呀，给他胳膊切，外号叫双刀李老大呀，对，哎，俩胳膊都切了，还双刀呢，这把这刀把绑在这俩裤衩上，哎呀，哎，你这么大能耐，别让人把手剁了，好不好？是吧？然后你祖父给他接下来，啊，多厉害，这儿绑俩把刀。哦，在家专门的负责剁馅儿。哎，这嗨，这么大能耐改厨子了，厉害呀！就这些个高手都教过你祖父啊。祖父也是练得太厉害了，最后走火入魔了，又练乱了，得病了，哟，全身不遂。哎，全身不遂，得了2回的半身不遂。哎，这那也得叫半身不遂。哎，那全身不遂别动过呢，不能动。啊，脑子很清醒哦，真不能动了。哎，也不能说话哦，眼珠很灵活。那管什么，也不能坐在床上净飞眼儿啊，哪儿都不能动啊，就是天天这样。哎呀，植物人了，厉害呀！啊，家里说这怎么办？赶紧给冲洗。怎么叫冲洗呀？早年间有这说法，娶个媳妇进来叫冲洗啊，办个喜事儿，这才把你奶奶娶进门来。哦。照顾你爷爷，是是，打一过门，老两口子生了7个孩子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，就靠眼神就生7个孩子，就光这样就生7个孩子，要强啊！这是要强的事儿吗？个性，个性。废话，7个孩子，起了7个名，可多新鲜呢！大葫芦、二葫芦、三葫芦、四葫芦、五六葫芦、七葫芦，葫芦娃是怎么的？奶奶一喊，那么叮当了，咚了当，净听声儿。说这意思吧，啊，说这意思吧，哎，反正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啊啊，这都是听他父亲当年给我们念的，这事儿也念叨。那，啊，当然了啊，于老爷在我心中永远排在这行，啊，高人，那正经的大少爷，
啊，是秧子的。他父亲那有个名词叫纨绔子弟。哎，纨绔子弟这么玩胯都玩出花样，没听说过啊？那股骨头坏死了，那是。不是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，然后再玩胯，脱了裤子玩，绑上胯骨轴。确实啊，没听说啊。对啊，玩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。对了，年轻那会儿，他父亲开大汽车啊，老死来死。哎，好，奔着死去的那是。那年头，他爸爸就喷法国的香水。嚯，法国什么牌子好啊？我说明天啊，特别好。咱拿一瓶，没闻过呀。等会儿没听清楚。您说哪个牌子？法国的啊，那个，那哦，特别好闻，因为更不清楚了。您说明白点，大伙儿也都清楚哪个牌子。王守义哦，十三香啊！我爸爸出门喷一身佐料，感觉让你爸爸从我这儿过，我就饿得都不行了，净想烤串了。他爸爸那会儿真是没见过这么上流社会的人。哦，老头他年轻那会儿就天天吃西餐，那时候就吃西餐。他父亲那个刀叉啊，纯银的，银质，纯银的，那好家伙，您那大叉子，一米五，哦，一米五叉子，爸爸扛着叉吃西餐去。哦，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我爸那是取经去了，那个。真的啊，要说相声呢，跟人他爸爸比就得死去。怎么死去？哎呀，我们这行能救活。什么叫救？真的，就咱吃啊，就是能凑合啊。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哥们儿也说相声，咱别说是谁，不合适啊。嗯，这就是没见过没吃过。怎么了？眼界不开阔。吃什么去了？当年刚开那个自助餐啊，说相声这朋友就去了。哦，顶门进去，趟一推门进去，35块钱一个人吧。啊，那是便宜，记得特别清楚。咵进去，先喝了三瓶碳酸饮料。哎啊，坐在门口台阶，一边哭一边打嗝，知道吗？哎，35块钱喝三瓶水啊，对，白去了啊。回来问我，我怎么就上了当呢？我应该吃啊，我喝什么汽水啊？早干嘛去了？我说你再去你就玩命吃，就吃回来了啊。我吃什么能把这两回的70块钱吃回来？哼。我说你吃海鲜吧，海鲜还贵呢，捡贵的吃。这回去，这回行了，吃海鲜了吗？吃了20斤海带。哎嗨，系上扣了，这辈子都。都说相声干的事儿 啊，跟人他爸爸怎么比？我爸爸怎么样？哎，人他爸爸刀叉啊，坐在这儿，服务员过来了哈。哦，认识于先生啊。哦，今天有特别新鲜的牛舌，您要不要？怎么那么恶心？牛好恶心！怎么了？牛嘴里出来的东西我怎么能吃呢？牛嘴里的不要牛舌头。哦，那有鸡蛋吗？啊，吃屁股里出来的，嘴里的不吃，屁股里出来的吃。啊，不懂你们这有钱人是怎么活法的？没有这么挑的。吃西餐，哎，啊，牛排要几成熟的？啊，一成熟。哎，好，火上燎一下就行。哎。一刀下去切大动脉上，哎呦，滋你爸爸一脸血，哎，太新鲜了，坐着吃，哎，有身份啊！吃完了，来一杯人屎咖啡。对，去，没听说过啊，那叫猫屎咖啡，最好的那个，最好的啊，猫屎咖啡，对吧？这个据说合人民币400多钱一杯啊，那叫猫屎，麝香猫吃的咖啡豆，哎，排出来之后经过处理磨的咖啡，哎，猫屎咖啡。对了。产量低呀，啊，人屎产量高是吗？那也不能吃这个，那还得是猫屎的。反正是大户人家啊，有这样的家庭才会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。家里边熏陶，这些年我冷眼瞧着谦儿哥啊，说实在值得学习。怎么？我比他年轻，有时候脾气还冲一点啊。这两年好点，累了，倒退些年净跟人打架。是啊，谦儿哥没有，我脾气好啊。你哪怕。面对面的你脆的啊，别去说说就行了，示范一下嘛。啊，不用脆完了他是啊，没事不还口。哎呀，这是圣人一样。当然啊，他也有看不上的人，谁都有仨心俩后，他也有讨厌的人，不喜欢的，他也有仇人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，然后呢？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哎，好，我这人太阴险了。哎呀，第一有钱，第二重情。哎，
重情这是最对的，这点也随老爷子，我父亲也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只要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。哎，这叫重情啊！啊，这点他特别好。我也这样。我印象中啊，就是，他结婚之前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那是正常的。叫我见过。哦，好些年了，是吗？叫彪子。哎，我女朋友叫彪子，这好得了好不了了这个。比我胡子茬还重一点，好轻啊，一脸护心毛。哎，这怎么长的？是叫彪子，是肖子？对，好，挑子是吧？行了啊，哪都不怎么样。那会儿我就印象就交往过一个女朋友。行，这啊，俩人那会儿挺恩爱呢，刚交往。带着彪子俩人喝奶茶去，啊，彪子大杯的黑珍珠奶茶，喝，一人吸管儿啊，呼噜噜噜噜噜，这是喝呢，是吹呢，这玩呢，这是啊。彪子问他：“钱儿，等我长发及腰。”哦，这两年网上有这词儿，刚学的，那都人家玩剩下的。早我们就说，十几年前人就有这个呀。这是对句吗？彪子，等我长发及腰，我得接呀。钱儿乐了啊，拉屎要撩。嗨，想哪儿去了这是？妈，乐了都不行了，俩人啊。啊，彪子说。钱儿，假如我又丑又笨又胖又傻，你还爱我吗？嚯，钱儿乐了，干嘛假如？就是啊，哪有这么说话的呀？那会儿年轻，说话愣啊，就直说。这一说，人彪子正喝奶茶了，一枪，黑珍珠打鼻子眼出来，哎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满桌子都是，太难受了。谦儿乐着，可不乐吗？别吃了，多脏啊！这，哎，我看看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！彪子一瞧，恶心坏了啊，站起来哭了啊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，追他，把门夺回来。哎，这彪子抱着门跑的感觉，这叫夺门而出啊！给夺回来了。好家伙，就交往一个女朋友啊，后来跟我们嫂子结婚了。哦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好话呀，两口子恩恩爱爱，我们不错。刚才在后台换衣服，他一脱这裤子啊，我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感动什么呀？人家两口子感情真好。怎么见得？他跟嫂子穿的是情侣裤衩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先等一会儿去，少来这套啊！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的？你别想啊！怎么意思？这我听高峰说的。哎，好，合着就瞒着我一人呢。挺好啊。玩笑说玩笑，谦儿哥这些年正人君子，不错。真的啊？什么叫歌厅了？没去过。啊，不去那地儿，风化场所没去，哎，不喜欢。真的，包括倒退十几年，街上竟有那个洗头房，都见过吧？有小玻璃屋子，里面亮一粉灯啊，里边坐一大姐姐哦，愣说她是美容美发的啊。那个屋里翻遍了，连一把梳子都没有，根本就不干。唯一的工具就是那凉席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床啊。谦儿哥打那儿过都不知干嘛地，这不去吗？过他就走过去了。哦，屋里那大姐姐敲窗户喊他，他们都叫，噔噔噔啊，玩会儿啦！嚯，俩谁玩谁呀这？这声就能把他吓住。那可不是吗？这声啊，多少钱？这还问价儿？这是吓着了吗？这个吓一跳啊，没去过。我们这儿啊，我们这儿说一下，我就知道有俩人没上那地儿去过。哦，还有吗？一个是于谦儿，一个是孙越，没去过。哦，孙越也是正直。孙越见过吧？啊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啊，比这桌子还宽。就是。孙越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，没有型儿那个。大胖子，就是孙越没上洗头房去过。他也是比较正直，进不去。门窄感情是，让人出来，人家又不愿意露天作业。哎，没有露天作业，知道吗？我就认识这么俩好人，真的。剩下你要想找说相声的啊，甭管是一级演员、二级演员、得过奖的、上过大赛的，那地儿都有。
哦，嗯，他们能包了场。哎啊，谦儿哥，君子。哎，谢谢您吧。有点时间就跟家写字啊，啊，画画啊，就喜欢这文房。那是中国说相声啊，嗯，第一个用电脑的就是于谦儿，是吧？我这不是用电脑呢，我这是刻毛豆呢，我这干嘛这么近？一个，啊，哎，电脑只要更新换代啊，你问他。嗯，谦儿哥，这又怎么回事了？嗯，当当当的给你讲，我门清。那是啊，嗯，啊，那天告诉我了，哦，来趟，来趟，来趟。怎么了？出了世界最新的电脑了。什么电脑？万能电脑。嚯，万能电脑！我这个人沾电器，我就跟傻子似的，不懂。去吧，到那儿看，嗯，看半天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万能电脑啊！亮了灯，里面一个盘子来回转。啊，他告诉我，过来，过来。怎么？那是微波炉。哎，嗨。您也太不懂了，这个我哪懂这个去，跟傻子似的呀！啊，你看他坐的电脑跟冰箱那么大，这么大电脑，哎，谦儿坐在这儿 啊，万能电脑。哦，我说这个有什么万能的？啊，你出题，出题他马上就知道，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天文、星象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那出个题，我问啊，电脑啊，嗯，79846.5，嗯，乘以98641.2，嗯，再加上19999，等于多少？哦，电脑半秒不到，啪，答案是不知道。哎，这嗨，哦，回答了就算答案呢？万能电脑？什么万能电脑？谦儿乐了，啊，你这是胡来，他知道逗着玩，他还不好好理你。哦，万能电脑有人的思想，你给我给他来一个，我问一个，是是，电脑电脑，嗯，我爸爸在哪儿？这个生活问题都电脑噔噔噔噔噔出字儿啊！你爸爸在河边钓鱼，这真知道啊？他愣了，嗯，不对呀，啊，我爸我妈在美国旅游呢。哦，我说你这输入法有问题，是吗？换个方式问他，你再问电脑电脑啊！我妈的丈夫在哪里？哦，电脑出字了，说你妈的丈夫在美国旅游。对了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哎，去。下面请您欣赏接驳论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谢谢老朋友们。哎，这个剧场啊，我们并不陌生了。嗯，跟大家呀，在这儿团聚了十来年了，常来。郭德纲、于谦是优秀的演员，我们的榜样。今天呢，也是一个好日子。这日子啊，在这里呢，是一场特殊的晚会。嗯，纪念我们的相声前辈，哎，侯耀文先生。嗯，逝世十周年。是侯先生对相声艺术有突出的贡献。啊啊，对这个相声的后台啊，就是培养了很多相声演员。对啊，你看我们这个主持人叫侯震。啊，侯震管侯耀文先生呢叫什么来着？叫三叔。啊，这个侯震呢是侯耀文的侄子啊。啊，你看他这个关系啊，他特别的微妙。侯耀文是侯震的，你差不多了吧？不是，他们这个关系他容易乱，您知道吗？我感觉我乱了。侯耀文先生也是相声世家，哎，爱听相声的朋友您都知道，嗯，侯先生啊师出名门，对，他的老师呢叫赵佩茹，嗯，艺术家，是他的父亲叫侯宝林，呵，更了不起了，那可不是吗？这个侯宝林是侯耀文的爸，哎，这个我也爱搭茬儿，他这关系特别乱，他这玩意儿容易乱。侯耀文是侯宝林的儿子啊，这不是，这没完了还。这样呢咱就都了然了，是啊，今天我们纪念相声先贤，嗯，侯耀文先生啊逝世十周年，哎，同时今年呢也是侯宝林大师诞辰100周年，100年了不起的日子，嗯，来这么些朋友支持相声啊，支持德云社，嗯，支持郭德纲，哎，侯先生的徒弟很多，对，最有名的就得说是郭德纲，这还真不假。郭德纲于谦呢是全球最有名的相声艺人，可以这么说，培养了很多学生，嗯啊，这也是郭德纲的徒弟。哎，对，我有一好老师啊。你叫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叫玩意儿？不是，我就问你怎么称呼啊。栾云平，栾精灵啊，国际巨星栾先生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哎，您都没听真呀，啊，您不是姓栾吗？我姓栾，栾精灵。哦，栾精灵，姓什么都是精灵。栾什么灵啊？栾云灵啊。栾云灵
这个云灵，你都给我搅和乱了啊！我这名字里边没有灵。您叫什么名字吧？栾云平。栾云平，哎，一听就是郭德纲的徒弟。怎么？郭先生徒弟排四个字，云鹤九霄。是头一颗云字科，大家比较熟悉啊。岳云鹏，张云雷，对，陶云胜，李云迪，啊，马云，啊，赵云，好家伙。越说越没边儿，这都是他徒弟，李云迪、马云的、赵云的、岳云的，这都不是啊。前面那几位呢？哎，这都是郭先生学生，郭德纲的徒弟。你也是啊，栾云平吗？对对对吧？鹤字科也有很多了不起的啊。刚才说相声刘鹤春、关鹤柏，那是鹤字科的徒弟。对，刘鹤春这个人有意思，他怎么样？刚才说结婚那些事儿的那个演员，来德云社十年了，是有朋友熟悉他，还送礼物，哎，大家喜欢他。对，但是去年呢，刘鹤春呢？没参加演出，哎，断档了，有点个人的原因暂时离开了。现在回来了，能跟大家汇报一下。是刘鹤春去年干嘛去了呢？您说，我一说您一听千万别乐啊。我说都真事儿，刘鹤春去年出家了。对，出家在尼姑庵里边当喇嘛，不到俩月让人看出来了。老尼姑说：“你这胡子怎么比我还长呢？”这是什么庙啊？这是。啊，不是出家了吗？喇嘛庙当的喇嘛。不是，咱没出过家呀，咱不知道。可是我也刚还俗。现在他重回相声舞台，给大家送欢乐。哎，自己改编的段子，对，有点意思啊。他那个搭档呢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刚才跟刘鹤春合作那个演员，姓关，叫关晓彤。在我们后台来说呀，关晓彤就这模样啊。都说关晓彤挺火的嘛，不能谁火他就关晓彤啊，这都也姓关，这都长烂了，这位都快叫关什么？关鹤柏。关鹤柏，哎，这是我们后台啊，马上跟关晓彤一样火的演员，私心吧。过来，您注意看微博啊，过来，不定谁跟他表白一下啊，这啊，鹿晗给他救，哎，可能是他媳妇儿，他媳妇儿。关鹤柏哪三个字呢？关呢就是那个关羽，关羽死在麦城，是那个关。啊，鹤呢是那个驾鹤西游的鹤，这个柏呀、啊、好像是那个苍松翠柏的柏，关鹤柏先生，这名字就是纪念侯先生。哎，反正这个送殡的名字，鹤春、鹤柏都是郭德纲鹤字科的徒弟。往下九字科、萧字科慢慢都成长起来了。哎，就是好样的。云字科呢，还是舞台经验比较丰富的。哎，演出长啊，除了他啊，剩下那些人呢，因为长期的。活要在等，怎么叫除了我呀？我没听真这句，这不听真了吗？不是，除了我，怎么叫除了我？除了你，那些位就是说的挺好，说的挺好。不，您的意思就是我说的不好？你说的更好，你说的更好，我都没想到，你比那几位说的强啊。因为郭德纲啊、于谦呢重点培养你啊，郭德纲、于谦都是他老师啊。对对，郭德纲是他师傅啊，于谦是他师娘。是啊，在德云社呀，于老师是我师大呀。我不会排辈儿，这是排辈儿的事儿吗？是你是哪个重要啊？这俩什么叫哪重要啊？哪个重要啊？对于我来说都重要啊，就是都是你的长辈啊。这俩是全球有名相声艺人，这么二位每天教他说相声，他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？就是，结果还是没说好，是吧？我还找不着理由。说的不错，说你有点差距，是拿您跟吴鹤臣相比，您稍微差一点。好家伙，这是我们后台的优秀演员。哎，说实在的，你也不错。我慢慢进步。叫什么来着？这脑子可能跟不上。名字太绕嘴。您是叫这个栾云云？栾什么？栾云平。栾云平，说的不错。脑子怎么样？咱搁一边啊，就是他这个勤奋劲儿，他一般人还真不如他。不是，每天早晨五点来钟，他就开始出门背唐诗，你知道吗？这都跟笨鸟先飞嘛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脑子怎么就笨了？脑子太慢了，你不承认吗？我跟什么叫不承认？根本就不笨，不笨。你当着大家，我测试测试，侯先生在天之灵啊，看着你呢啊。多瘆得慌啊！你要笨一会儿就给你收走，一会儿啪剩一大罐在这儿啊！好，就这票值。厅长，厅长，问什么说什么啊？说在大海当中这么游的是什么生物？这海马。好好，有点知识。你替我知道。继续啊！说在大海当中这么游的是什么？水母。不对，水母是这样的。咱题目是这样的。章鱼。章鱼这样。咱这是这样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五个海马一块游，来，
这侯先生应该把你带走。侯先生教我的，把我带走干嘛呀？这多无聊呢！你无聊干嘛？你没拿上来啊！30多岁会抓挠，脑子太笨，承认了吗？不承认，我什么我就承认，这五海马一罐油我就承认了，我就还不承认？不承认怎么办吧？换个方式测试你。哎，我欢迎啊！大家朋友都看着呢啊！我出几个问题，我考考你，哎、看你答得上来答不上来啊！姓什么呀？栾，还行。你也够聪明的，当然。今年30多岁，知道自己姓栾，你这脑子。这不，你问我姓什么，告诉你我姓什么呀？这么回答考不出脑子来，咱来一回所答非所问。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个答案跟我这问题别挨上，就算对了。我还真不太懂。只要这个问题跟答案没关系，你算正确。是吗？比如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吃。挨上了。不饿，有关系，待会儿再吃，有关联。我正减肥呢。不对，先放冰箱里。别说了，微波炉里热热。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说吃了，没吃，一会儿再吃，现在不饿，这都跟吃饭这个话题有联系。嗯，有联系就算错，是没联系就算对。哦，逆向思维啊，不好来。怎么叫没联系？举例子吧。嗯，比如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怎么答呀？你说我有痔疮。这两句话问题跟答案挨得上吗？没有，没挨着。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哎，没关系就算对了，我就介绍病情就行了。哎，对的，越说越远，越漫无边际越算正确。好，哎，只要一挨边就算错啊。行，也别多问，五个问题你就得挨上。挨不上，你精神没反应没这么快。这题没什么，五个题啊。嗯，开始了啊。哎，你贵姓啊？我痔疮。今天礼拜几啊？我脚气。你多大岁数？我有点上火了。几句了？3句了。挨上了吧？哎呀，这太神秘了，这个，这绝了，这个。我说实在的啊，哎，别乐，脑子太……别乐，接着来呀、啊，我还没不用来了。嗯，已经挨上了，多大的事儿啊？你看，我问你几句了？3句了。你这不挨上了吗？哦，这也是一句啊，多新鲜！几句了？这不问号吗？第4句啊，这第4个问题啊，这是。哦，我问你几句了？3句了，挨上没挨上？对不对？我问你几句了？你说我爸爸自杀了，这多好，这个就挨不上了。是挨不上，我跟我爸爸都挨不上了。你挨不上，就您这反应不过来，咔嚓就掉沟里。不，我是没注意，我哪知道您这是哪是题里哪是题外啊？没有题外，都是题里。行，咱不说题外话。行，每句个问题都算啊。啊，怎么样？好，承认了吗？不承认，弄我还挺紧张。嗯，再来。再来一遍，哎，还是五个问题啊！再来五个问题，这回更简单了，重复的问题。行，还是刚才问题，每句都算啊！好嘞。贵姓啊？我痔疮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我脚气。你多大岁数？我得上火。几句了？Thank you very much。哎呀，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哎，错了。最后一个题，你没坚持下来，你。这是题吗？又错了吧？问号啊，又错了吧？没有啊，错了。你看又错了吧？我爸爸自杀了，你这不就对了吗？哎，我老告诉你这谜底了，我老忘了我爸自杀这事儿。你承认了吧？你就承认了吧？我承认什么？承认了我？反应不过来呀、啊！你看你不行，我您这成心绕的人。你看看他答不上来，他说我们绕的人，这是说相声的呢，基本功。这也是基本功，脑子反应快慢，猜个谜语啊，说个灯火啊，对个春联呢、啊，这都是基本功。对不对？是啊，基本功。我为什么老跟他逗啊，拿他开玩笑，关系好。是台上你看郭德纲老拿于谦开玩笑、证明俩人有交情。对，后台其乐融融啊，关系融洽，才开玩笑，就这么和谐。我们两个人关系就更密切了。咱俩也好啊。我是他爸爸，您的干儿子。对，这对，对不对？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，是他是我儿子，没听说的干爹。对，我媳妇儿是他妈啊的干闺女，这他妈是我媳妇儿，不是的干娘。对，你说话不会断句儿是怎么着？不，我气息短。你气息短，你老是我爸爸呀。我气息短，我就得切碎的说。你甭这儿切碎了，你好好说。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你当着朋友们，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？又来了的干爹。是啊。啊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侯先生。对，甭问，你这老找便宜，你瞅我干爷爷了。啊，你不要客气。我客气呢，这是。
你老是那么谦虚啊？不不不啊，太低调了啊！咱俩是好哥们儿，好朋友。我父亲是你干爹，哎，互相的，对，互相的。这干爹没有互相的，是不是？我父亲还是你干爹呢？这么互相的呀？我也有时候不爱认。说学逗唱吗？嗯，说相声的呀。说学逗唱，对，这是四门功课啊啊！唱呢指的是太平歌词，是数唱来宝。啊，郭德纲太平歌词唱得好，对，因为什么呢？条件好。嗯，郭德纲天生有一个好嫂子，啊，我呢就特别爱他的嫂子。唱唱唱，是吧？嗓子，嗯，嗓子，我怎么表达的呀？您说您特别爱他嫂子？哦，那是去年。嗯，这个嗓转移了，嗓子不错，嗓子嗓子不错。一会儿啊，您要是鼓掌，掌声热烈，让他给您唱太平歌词，对，唱得好。嗯，他唱的太平歌词都太平间味儿的，都是啊，唱太平歌词味儿，就太平间味儿的太平间词，反正有点意思。太平歌词还有一个唱的就是数唱来宝，嗯，后来发展变成快板书，哎，和快板儿，嗯，现在还有音乐快板，是非常的全面有意思。对对，啊，这个不是我起不瞧你啊。因为这个呀，这叫什么语言？这叫就是说起不瞧你啊，这词儿叫瞧不起。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啊，因为快板啊，快板书啊，这是童子功，是童子功。因为从昨天下午你就不是童子了，所以我呢，我把这个功夫呢坚持到了今天。是你看见了，是你瞧见的。他告诉我的，甭问，我怎么不是童子？不是，咱不矫情这个啊，这快板我怎么不会呢？这就得从小下功夫。你有那功夫还玩游戏去呢？你能研究这个吗？我先辈啊。是吗？啊，你也是先辈啊。我先辈干嘛？不是你先辈吗？我先辈啊。先辈是吗？玩也玩，学也学。我不相信。当着各位朋友，今天这么办吧，当场 PK。怎么 PK？ 当场，哎，我跟你这个 PK。让大家见识见识，行吗？就他这路话，您见识见识，我跟他这 PK 啊，看看到底谁胜谁败，好，行吗？当着朋友们，我给大伙儿唱一段快板书，让你来猜猜我唱这哪段。行，你准不知道，因为你啊接触的面比较窄。我小时候这么大我就学快板，现在你想我都，你是耗子是吧？耗子干嘛？就特别小，形容特别小。我来一段啊，不是辕门斩子哈。辕门斩子啊，我会吗？他那唱的那是那个什么河北包子那种艺术。河北梆子那是那叽撩叽撩的，咱不唱那个，能用这个吗？他那能用这个吗？咱这是快板书，你听着啊，唱着哪段？这跟我师傅学的，你看看郭德纲师傅侯耀文，我也有师傅，我师傅教我的，说打完板一喊儿啊，这准有答应的，你看看，还真灵，我这灵，这是我特点，让你精神集中，我集中呀。华蓥山，巍峨耸立，万丈多，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，赤日炎炎，普照大地如烈火。你太不礼貌了，我唱着半截唱好好的，大伙儿刚要鼓掌要起尖，你这什么动作？别唱了，这段我知道。这是什么动作？这段我知道。说不知道？凭什么呀？我知道啊。你要说错了等于不会啊。我这是哪段？我说不错。这哪段？劫行车。我们这玩意儿分派知道吗？嗯，分派知道。这是什么派？你苹果派蛋黄？你这李派。行啊你啊，你给我杵瞎了。哎，你有两下子，你长能耐了。这是谁教给你的？我也霍传教给你的吧？我有老师啊。你有什么老师啊？你老师最腻歪这个。我真正啊，这算热身这不算。我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你还别说知道哪派，你给我接上下句来。于谦唱评戏，一见大水扬长去，不接下句吗？你给我接下句。行，你给我接上下句来，我算服你了。行，你能接着下句，咱俩掉个儿，我是你儿子。行，来，
你对对对，这不掉个儿，我是你儿子。你看你老说这实话，你看没你唱，我接下来让你精神集中，甭有这补助。听下这儿啊，我说的是高岗山上有两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来，听下这儿，来，接下这儿。我接你奶奶个孙子，我你看这个人呢，恼羞成怒，他接不上来了，一生气一着急，我接你奶奶，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？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奶奶就我一个孙子，你干嘛？没有这么一段，有这段传统节目啊，叫什么名啊？这段叫两只羊在山顶上的爱情故事，对不对？这段子这字儿比这段子还多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得着吗？这是基本功。说相声的没有不会唱快板的，水平有高有低，能耐有大有小。当然了，但是都得会唱。另外的基本功，什么绕口令啊，什么那个贯口啊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不吃不得不得皮儿，每天背这个，这得练呢，得练吗？是啊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对吧？啊，猜吗？啊，妈妈，随时随刻得考验他的脑子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这是谜语，猜。我不知道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谜底什么？葡萄干。哎呀，多可气！这么些个题了，你就没一个答上来的。这吃葡萄不得不得皮儿，我说20年了啊，我没想到它是葡萄干儿。你再说20年，你也想不到，你脑子不行啊！哎，今年多大了？33了。33岁，连这都不知道，你枉活30多年。枉活30多年，别看他这个反应啊，脑子这方面差啊，但是他这身体素质不错，对对吧？每天锻炼，每天啊跑，为了他多活多长远的活些日子，对不对？我刚33，我不至于有这种想法。这养生啊，健身嘛，健身谁不愿意长寿啊，对不对啊？你，我就希望你健康长寿。喂，谢谢您。怎么样？我希望你健康长寿，对不对？看看你是不是学过击剑？学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就是你呀，针对性，希望你健康。今年多大？33。我希望你长寿，再活20-30。20-30，你再活20-30，多好呢！您祝愿我活到93岁。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这话多干得慌啊！那干得慌啊！不是您20-30不是60年吗？那多耽误时间呢！啊，希望你再活20-30。怎么20-30啊？20-30啊，就是10:30、11:30。他给我说死了。纪念侯先生有一陪葬的吧？健康，健康，陪葬10年前就应该去，没有说过10年想起陪葬来，知道吗？哎，10年前你跟着一块走，不就完了吗？凭什么呀？就你不是喜爱你师爷的艺术吗？你不是崇拜侯先生吗？对不对啊？再崇拜我也没有就直掉自杀，我就得奔那儿去。这表达你一个心情啊，表达你一个心情啊，要不然你应该崇拜那个谁？谁呀、啊？崇拜那个另一位相声老前辈。说名字。王长友。王长友也好啊。崇拜他吗？崇拜啊。哎，你应该跟他一块走，他是你出生转天死的，跟他一块走就完了。好，我这倒车来了是吧？多好，你跟他走。我这出生一天，明儿还没起呢，我奔王长友那儿了。提前起好的嘛，王金平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出生一天的时候，那还不喜欢相声，所以你不跟他走呢，也正确。我让你给我安排了。现在，我想你跟谁走啊？你怎么算死得其所呢？你为什么非得给我说死？这我就想怎么能让你瞑目。我这意思，我瞑不了目啊。不是你，不是这人呐、啊，他说相声没良心，他这人眼神不好，非近视眼，非上医院激光让他激一下去。我说你呀、啊，别急，你没事弄点那个眼药水啊，点一点呢、啊，他就明目。他是这意思。啊，你这意思，哎，让你明目，眼睛亮一亮。甭褶着说，明目了吗？我明不了目，你死心吧你。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台上就是爱瞎逗，我老跟他逗。对，我老是我是他老逗，老跟他逗。他老这话里话外，他就找着便宜。不是老逗，这玩儿。老逗着玩，他又气短了。说相声的不能气短，说相声的眼神必须要明目。对，知道吗？说相声眼睛有毛病的说不了相声。是，眼睛
对眼儿、斜视，这都不行。嗯，对眼儿说相声，两个黑眼珠往一块儿找。哎，生活中电视上大家见过吧？嗯，有演员故意学的啊，有的人本身就这样。对，对眼儿一说相声，不用说词儿，大伙儿就乐了。你学学。对眼儿说相声，前几排看得清楚啊，都这样，一鞠躬。这回我们给您说段相声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。这样不用听他的艺术、嗯、一看这模样您就气乐了，气乐的对眼不斜视也不行。怎么叫斜视？两个黑眼珠不是往一块找，往一边斜啊、哦、要往右都往右，然后一斜视跟朋友一聊天啊、嗯、朋友站在这个位置，哎，你要是这么看看不见他，对，你脸冲这边才能看见他，还真是这样。要大哥您挺好的，有时间咱一块喝酒啊，你怎么不上我家玩去？哎，大哥您别走啊。哦，没动没动。呵，他一晃脑袋，他以为人家走了呢。斜视，你走马路上老这样，上台这样不好看。对，不知道斜斜眼说不了相声。斜眼你可以做当诗人呢、啊、或者说是当一个文学家呀、啊、这都可以。干嘛非得当诗人？你看看仿古啊。谁？古代有大诗人就是斜眼啊。我一提2070多位朋友都得点头，都知道陶渊明，知道吧？不是陶渊明啊。你见过陶渊明照片啊？不用见照片，他那个诗里头啊用自嘲的方式他写出来了。怎么写？诗里边写出来了。你念大伙回忆，我一提这两句啊家喻户晓。嗯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陶渊明写的。这怎么都是斜眼？就说自己斜眼啊。你介绍您分析这词儿啊。嗯，采菊东篱下，在东边采菊，悠然见南山，看见南边这山了、啊。这不斜眼吗？你也是瞎琢磨。东篱下的悠然见南山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斜眼呢您说不了相声。嗯，嘴里有毛病更不行了。啊，那这是口齿要清楚。哎，得利落，每一个字呢要送到各位朋友耳音里边去。嗯，咬舌见舌，大舌头结语，说不了相声。哎，这差点了啊。你比如说大舌头儿化音说不了，儿化音一二三的二说不了。对，哦哦，大舌头一说哦，针尖鼻管点跟眼儿都是儿化音。对，什么意思呢？针不有个尖儿吗？是啊，这针尖儿那个鼻管不是圆的一个圈吗？啊，这叫鼻管儿。嗯，一个点儿一个眼儿。哎，这俩。哎，针尖儿是个点儿，鼻管是个眼儿。嗯，针尖鼻管点儿跟眼儿。要大舌头说呢？可乐了。怎么说？周焦鼻管屌跟咬。这一个有用都没有。说不了。对吧？大舌头带着朋友出去了，看见个熟人一介绍，容易闹笑话，是吗？哎，老四，先别走呢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。你看，这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？哎，您赶上这角了。你看，哦，原来是儿子，这儿他说不了。嗯，他说儿子，我叫鹅。你看看，他就是这叫什么呢？大舌头，大舌头说不了相声。是啊，你看其他的结语更不行了。结语是什么意思？结语俗称就是结巴。哎，结巴磕子，磕巴嘴子，儿子学名叫口吃。对，口吃说不了相声。是，口吃人一般都是急性子啊、哦、他很多话都想说出来，跟马路上堵车似的，都想过去，谁也过不去，他着急。你要是慢条斯理的把这些话整理好了，想好了，一句一句往外说呢，就说出来了，就不想说了。你看这位也不什么，他着急呀、啊、他这些话跟他又跟那个毛线似的，都缠一块了，一团乱麻，都想说都说不出去。嗯，那就造成结巴。哎啊，结巴不能拿得开心，当然拿结巴开玩笑本身就有罪。是，别奚落人家，别拿人找乐。嗯，我们门口住着几个小伙子，他们呢，小伙子爱拿这个结巴先生开玩笑，这态度不好啊。我们有一张大爷60多岁了，哎，打年轻时候就是结巴。嗯，这小伙子呢老拿人张大爷开心。他们怎么开心？张大爷，您给我们学一个鸭子叫，我们请您吃白瓜子儿。嗨，这不拿老头找乐吗？就是张大爷不高兴。嗯，去玩玩玩玩玩去吧。对，我不给你学那鸭啊鸭啊啊鸭啊鸭啊鸭子叫，人不学，我也不吃你那白瓜啊瓜啊瓜瓜瓜啊瓜瓜瓜瓜瓜，就瓜子儿。瞧瞧，不学不学还学一回，又学又没吃上。这个小青年设计一圈套。嗯，你说这个玩意儿你学不学都得让他学上，玩老头多可气啊。
真正这个结巴呢，我们是研究说话的规律性，哎，不是拿人家开心。对，相声语言艺术嘛，啊，真正结巴分三种，哪三种？前结巴、中结巴、后结巴。您还真有点研究。哎，结巴这位置不一样。哎，这前结巴是怎么个结巴？举例子说吧，嗯，碰上朋友问这么一句话，怎么说？你到哪玩去？哦，五个字是，看吧，咱普通人，哎，大哥，你上哪玩去啊？大伙儿就明白了。对，这结巴呢，前中后不一样啊。前结巴在你字儿这儿，他找不着，找不着。头一个你字儿可费劲了，嗯，多的找着这个你，后边四个字一点也不结巴，是特别快说出来。您学一学啊。结巴看见朋友了啊，想问一问，哎，哎哎哎，哎哎哎，哎哎哎。哎哎哎，昨天晚上，哎呀，哎你哟，逮着这你字儿了啊，逮着了，逮着你字儿，他不往下说，嗯，他在你字儿上他转，是吗？来回转圈儿，嗯，多的从你字儿上转出来，后边四个字不结巴啊，哎你说，哎哎，哎你，哎哎你，哎这你，哎哎。你说到哪玩去？哦，这几个字一起出来的，后边四个字到哪玩去，特别利索，嗯，一点也不结巴。哎，这是前结巴。那中结巴呢？中结巴在道字上的转。您再学学。嗯，你跟道能连起来。是。哎，你道，哼。啊，你道，他歇会儿了。啊，你道，哎，啊，道。你到，哎，你到，到哪玩去？还得来个小嘴巴，不借这劲儿，这还说不出去。嗯，郭德纲说的对，这肌肉是有记忆的，打一下说出来了。啊，你到哪玩去？到哪玩去？说说。中结巴，后结巴，后结巴在这个哪儿上？他找不着了，就差一点了。哎，你到哪儿？嘿，你到哪儿？你到哪儿？哎，还歇会儿。哎呀，啊，你到哪儿？到哪儿？哈哈哈哈，玩去哟！他在那发出去了，他让人玩去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不像话。前结巴、中结巴、后结巴，是闹笑话。嗯，因为这个呢，还我还看见过实事儿。啊，我是天津人，天津海河边啊有一个退休的老大夫，嗯，义务按摩，是吧？穿个白大褂，光头，姓刘，叫刘宪伟。哦，刘大夫给人义务按摩，嗯，有一位睡觉落枕了，坐着椅子上，刘大夫照脖子这儿，走，没别的能耐啊，手把劲儿大，好，走，底下这兴奋了，好，嗯，走，哎，好，是夸，再来来，破。走，说天津话，摁泥儿里头。走，下边哎，好疼！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这位好像吃螃蟹的，掰碎了。爱加形容词儿，你说疼，人不就停了吗？你好好，人以为夸他呢。你这玩意儿，看完这个往前走，我得吃点早点去啊。嗯，吃早点，我来碗豆腐脑，坐那儿正吃呢。哎，又来一位，也买豆腐脑。哦，给完钱了，换了一盘，拿盘这边领豆腐脑，领完豆腐脑，人给他盛完了，有一样佐料，人得问他要不要什么呢？就是这辣椒啊。有人吃，有人不吃。人盛一勺辣椒，问他这怎么样？这够吗？这位一看，哎，少。哦，一勺嫌少，爱吃辣椒，再来一勺。哎，少。好，两勺嫌少，再来两勺。哎，少。好，四勺还嫌少，再来四勺。哎哎，少。八勺辣椒还嫌少，没见过这么爱吃辣的。少少，干脆这一盆都给你，扣里一盆辣椒都扣上了。是，扣上他也说出来了。他说什么？哎哎，少放点，这都耽误了。你说别搁行不行啊？你说停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我以为你嫌少呢。你这怎么吃这个？全红了。干脆我再给你盛一碗吧。人家还真不错。你上那边交十块钱去啊。这十块钱什么钱？十块钱辣子钱啊。这辣都卖钱了。都给他了吗？嗯。
我吃完早点出来一看，这边有一小百货店，百货店就拉货呢，小型的货车，后边也没棚子就是那敞篷那种，搁完了货物拿绳子捆一下，是要不车一开都掉了，那是这活一人干不了最少俩人，这俩人得较劲，挺粗的绳子认过去拽过来，俩人一块使劲，一个叫号一个使劲，是这位一叫号，哎，累勒勒呀，就勒呀，哎，勒，天津人，这位使劲，走，好，哎，勒，特，走，哎，勒，走，哎哎，勒我手了，快撒开，哎，你说这个玩意儿，都是这个，非得加这虚字儿。你这玩意儿不闹笑话，手指差没掉了，勒他手了，这都是我看见的，亲身经历也不是没有。哦，还有，在咱们北京王府井大街，跟长安街交口那儿有公交车站我在那儿等车，排队排第二个，是一会儿车来了得上车呀。对呀，没等车来呢，闹笑话了。哎，你讲讲，打我右手边来了一小伙子，30来岁背着书包。看这个形象这状态啊，像外地的朋友，不认识路走到站牌子这儿看看站牌子，看我前面这位打听打听，还挺客气，一鞠躬，哎，同志，这是结巴朋友，这个车到不到那个百哪儿啊，百啊，拜拜，哎哎啊，百货大楼啊，百货大楼到不到百货大楼啊，这怎么没有啊，到不到百货，这位呢你要认识你告诉他，不认识您说对不起，我也不熟悉，这不挺好吗他不理人家，看他一眼，哟，这态度可不好啊，看意思是看不起他，这还死心眼儿非得问他，他呢，哎，朋友，我问你点事儿，这车到不到那个百，着急呀，啊，百货大，啊，大，啊，大楼，楼，前中后他都占了。哎，啊，百货大楼啊，五官都挪位了。啊，到不到啊？还没理他。这位有点生气了。哎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着急了。我们外地来的，到北京不认识路，不得打听吗？打听要找比我还偏远的，那不白打听吗？就别说了。就得找你这模样，你像北京人，跟你打听啊？你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呀？你太不像话！那北京精神大牌子写着，你都忘了吗？哎，爱国创新高，包容厚德尊重街坊，是不是？最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，瞎讲。你为什么你不说话？为什么不？脸都憋红了，着急呀！我一看这先生，您别跟他怄气了，他这素质确实太低了，哎，不像话。您不是打听路要紧吗？嗯，百货大楼不用坐车，顺这条街往里走，左手就是百货大楼。快走吧。受感动了，是拉着我的手，谢，谢，谢。我说别谢了，有谢这时间，你都到了啊。您还是疼恨，把他打发走了，我得说说前面这个，跟他聊聊。哎，我说小伙子，我说你有点不像话啊，趁车没来，我得说你两句。你人家外地朋友挺着急的，说话又费劲，挺吃力的，跟你打听路，你要认识你告诉人家，不认识你也说句话。对，你怎么这么大架子呢？你为什么你不说话？哎，批评他，他一解释把我逗乐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嘿嘿嘿，我哟啊，我啊，我不能说话。怎么了？我要一说话，我们俩就得打，就打起来。因为什么？他肯定说我学他。对，俩结巴。就是，我一琢磨，这小伙子做的对。真要一对话，这到不到那百货大楼，这说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是得打起来。结巴打架。一会儿车来了，我们俩上车了。哎，一上车才知道。不说是不说呀。啊，一说还真爱聊。哦，爱聊跟他聊啊。排队的时候就认出我来了。哦，因为口吃不好意思说话。你看，已经说上了，那就聊吧。说起没完了。说的什么？刚才我就看暗处你来了。你德云社说相声的。叫那个高，我说高峰，对，高峰，说的不错，不错，就是你那个捧哏的差点，是吧？我看还不如我呢，
吧？这结巴好不了了。你说最好的那段叫那个绕，啊，就绕，绕，我绕口令，对对对，绕绕绕口令，吃葡葡萄不不不吐葡葡葡葡葡萄皮儿。不不吃的葡萄大傲到土葡葡葡葡葡葡葡萄皮儿，说的不错，你那嘴说实在的那好，比我利索。废话，得到他的鼓励我挺欣慰的。嗯，一会儿车到站了啊，车门一开上了一姑娘。哦，来同志，长得非常漂亮。呵，前门上车奔到后门走啊，后门有一空座啊。嗯，要我赶紧坐下来。谢谢。这姑娘不然，这女同志穷讲究。怎么讲究法啊？一拉皮包拿着张纸巾来，嗯嗯，擦擦这个座啊。其实没有用，擦完了那纸呢又塞回去了，换张干净的接着擦。嗨，擦完又拿条手绢又擦，至于不至于？擦三回他坐下了，嗯，旁边人都撇嘴看不惯。是，刚一坐下，没有这么巧的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这姑娘坐那儿放个屁呀，哦，声音还挺大，嗯，跟我上车这结巴朋友听见了，哦，说了一句话，全车人都乐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哎哎，高老师，哎，你看这姑娘多爱干净。怎么了？擦三遍都不行，她还吹吹。下面请欣赏卖布头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好家伙，这都是找于老师的吧？哦，都找于老师，有一个找我的啊。谢谢啊，还有没有啊？就没了。这个看着高老师在台上说相声，嗯，特别的感慨啊。怎么？谁跟这照？说一半照相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座丢了啊。到我这比给你送花的好看。还正经。嗯嗯。我们认识高峰的时候，他才十几岁。啊，小孩呢？刚才在后台，我一看这后脑勺这都秃了，啊，都谢顶了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，那是别感慨啊，是吧？来那会儿小孩，现在啊，闺女都老大了。哎，对，都有闺女。他媳妇原来是德云社主持人。是啊。嗯，生孩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呢。给你啊，哥，生了一闺女，对不起啊。我说嗨，是怎么那么别扭这话？哎呦，高峰来挂了。哎嘿，就为躲他合着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，咱们得好好说相声。那是这么些人爱看咱们，嗯，好好的说，把身体弄好了，哎，身体棒棒，多说些年，嗯，七十八十还能上台，多快乐，那才好呢嘛。九十一百那是幸福哟，一百岁啊，一百二啊，嚯，一百四，我操，不嫌多，一百四还说相声，那我有一天真一百四说相声，这是个乐趣啊。谁的乐趣？我的乐趣。哦，我一百四，我从台口我走到这儿啊，我得走一个钟头。一个钟头，大伙儿也有原谅。到这儿我就得扶着呀，拄着桌子了啊，老艺术家了啊，能站住了就不错。喘半天，一百四，喘半天，吃药啊，现吃药，吸氧。嚯，来俩人扶着我站会儿，别上来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。大家好，哦，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还小学生呢，我叫郭德纲啊。介绍一下于老师。哟，我也来了，在这个盒里头。哎，我怎么都在盒里了？我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一百周年。我多少年前就死了，合着。来吧，跟大家见见面吧。我怎么见面啊？把这盖儿打开。这就要见面，但是我不能把它举起来。为什么呀？我一百四了啊，我准得有帕金森呐。那就是哆嗦了，这一举这个，哎呦好，您给我挫骨扬灰了。这是给你扬了倒没有什么啊，关键是我有鼻炎。鼻炎怎么了？打喷嚏里多难受。哦，您有鼻炎难受不行。嗯，把我扬了您没往心里去了。
关键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我就这一盒，我演不了几场，我怎么办？嗯，就是你会耽误我的收入。哎呵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场门来袋水泥，这干嘛用？头上场舀一盒就行。哎呀，我骨灰见面还掺假呢。玩笑说玩笑啊，咱们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，嗯，这是祖师爷恩典咱们，这是幸运的事。当初没有先生收咱们干了这行，啊、嗯，哪有这种幸运？就干不了这个了，不容易，列位。嗯，纺织女工都这么爱纺织啊。那不能，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？怎么能够工作？哎，但如果工作兴趣是一回事儿，那是一种幸福，真好啊！哎，我们俩人我们也没有别的爱好啊，说相声最大的爱好。哎，我别的爱好就是唱戏说书，这是最大爱好。哦，谦儿哥是抽烟喝酒烫头，嗨、哎，那也是爱好，骑大马，哎，喜欢马。哎，我骑一上小猫，那是驴，那是。哦，阿凡谦儿，别瞎起名字了。于凡迪，于凡迪，行了。金圣叹有句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呢？没有爱好的人不要跟他交朋友。为什么？不管是吃喝嫖赌、吃喝玩乐，你一定要占一样。哦，若这个人没有爱好兴趣，不要跟他来往。为什么？因其无志性也。哦，这是原话。一点爱好都没有，净琢磨害人了。一定要有个爱好，啊、哦，这是好的。哪怕您那个抽烟喝酒，我觉得可以。我很谢谢您。到后台坐那儿，谦儿哥就来一根儿、我要照这么抽三根儿，我就得肺癌了啊！烟头都吃了，多大瘾呢、啊？我这是。好抽烟，喝酒也行啊，喝酒、哦，在后台喝多了，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一根半。哎呀，我也不怕扎着啊，老烫头。我说你不烫，不烫不行，头发不好看。对，我说我给你弄个帽子吧啊，啊，找那个好些个50块钱一张的，给他叠了个帽子。那是绿色的吧？您的，显得有钱吗？显得有钱能100多好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没事。啊，我就是聊闲天嘛，是吧？啊，哎，抽个烟，喝个酒，跟朋友聚聚，喝个茶，哎，挺好，这好。或者听听相声来，这是爱好啊。当然有人说了，我不爱听相声。哟，哎，谁来说相声我也不爱听。哦，不听就不听呗，别较劲。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，哎，不科学。嗯，不听就不听，别较。看电影去。哎，啊，我不爱看电影。哦，回来听相声。啊，就这么俩选择呀，你不得干点什么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就这俩来回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啊，我就不爱，也正确。嗯，啊，很正常。你花8亿拍电影，拿10000个奖，我就说不如耍猴好看，你能弄死我吗？个人爱好不同吗？艺术首先是生意。哦，我老说相声，我们都生意人。我们是生意人，尤其我们这行干不了坏事。怎么？对过商场着火，你们都能上那抢东西去，我不能去。为什么？火一落，警察一来，都谁抢东西了？10000多人不知道，有郭德纲在里头。哎，好，就认识你。我们干不了坏事。哦，哎，您各位愿意去就去吧。哎，也别去啊，看看电影也挺好，是吧？谦儿哥今年电影大丰收。哦，嗨，拍了几个？跟吴京演那个《干狼》啊，《干狼》拍第二了。等会儿吧。真的，我就佩服他。要咬着怎么办？我什么乱七八糟啊？那叫战狼，站着是吧？哎、那谁这就是啊？您别胡说八道，就叫战狼，战狼是吧？啊，挺好。嗯，谦儿哥好看电影，好演电影。是啊，出了3D 电影，他每回他都去。3D 电影。3D 电影说就跟在眼前一样。哦，我没看。哦，去了不方便，他行。嗯、哦，3D，打他坐那，哦吼，哇啊，当真了。戴着眼镜跟着，好家伙，真爱投入。旁边的都看不过去，要死了！打，哎呵，打什么？打电影院出来，谦儿哥还夸呢。嗯，3D 电影真实。哎，旁边打真打没看见，合着真实啊！那可不真打吗？挺好。嗯，向于老师学习。别学了，是这些年电影我也没少给人帮忙，也拍不少啊。啊，大伙儿也都赞扬我啊。赞扬。郭德纲拍都烂片啊。哎，这叫赞扬。其实这也挺冤枉我的。
是吗？迄今为止，所有这些电影啊，嗯，都是人找我来帮忙来，都是哥们儿。哦，来帮忙来。嗯，我能用你就好吧，去呗。啊，好些个戏到今天我没看过剧本。哦，也不是我编的，也不是我导的，也不是我主演，嗯，也不是我投资，最后烂片都得算在我脑袋上。啊，活活冤死啊！是啊，我也不往心里去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嗯，其实舆论也好控制。是吗？拍一个好的，一下就扭过来了。我准备来这干狼三，好吧？哎，不关系，就先把名记清楚了。哦，那行那行。哎，我们呀，其实说句实在话，嗯，从小到大到现在，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学习上。对，那倒是。尤其说相声的，嗯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全得学。难就难在这儿了，无章可循。啊，这个人张扬。唱京剧，我学梅兰芳，我学马连良，我学周信芳。你得跟他一样，连他的毛病都得一样。嗯，你学的对，综艺派嘛。我们这边不行啊。嗯，你跟先生一模一样，必死无疑啊。对，学的是那种感觉，而学的不是他那种技术特点。是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嗯啊，我们过去也有那老师，就学张三，就学李四，跟他一样，俩人录音放在一块儿，观众听不出来是俩人的。哎呦，啊，他上场观众就不乐。啊，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说相声更多强调的是天赋，对，而且走了街上看见谁，哦，这人这样，我得学学。嗯，哎，这个，这我得学学。嗯，他爸爸我就没少看，啊，学我爸爸。你哎呀，老头富贵的时候什么样？啊，老头落魄的时候什么样？哦，学完你脑子里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他爸爸当年能说吗？你们倒挺大方的是吧？您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就说。他父亲当年是富家子弟，咱都说过了啊，纨绔呀，纨绔子，纨绔。后来万贯家财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啊，老头也落魄了，就没钱了。有段时间做小生意嘛，做买卖了，先是智障。哦，什么的智障？就是缺心眼儿，智障吗？制作手杖。这什么工作呀，啊，这是买那木头自个儿雕龙绣凤，然后在这儿卖的，制账的，制作手账，有一年左右。哦，有日子管着就好办。那是一年左右。嗯，啊，后来他爸爸就改了。嗯，啊，犯贱，是因为制账所以犯贱吗？不是，贩卖宝剑。太难受了，这名字就是连制账再犯贱，啊，三年多。好家伙，做买卖吆喝怎么弄？我们看完了，哎，老头这好，啊，都有这事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功课，这也是功课。小生意人的吆喝对我们来说是功课，哦，生意人的吆喝我们也得学，这叫获生。哦，现在也没有了，现在跟街上你一吆喝，就城管就来了啊，这打跑了，正找不着你呢啊。过去来说，小买卖人全仗着吆喝，那是广告啊。北京城卖菜的过去那跟唱歌一样，好听啊。挑个扁担，前后箩筐，啊，十几样青菜，哦，叉着腰，嗯，挑着扁担，这在耳朵这儿捂着，哦，拢一拢耳音，什么味儿啊？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够葱炖青菜来，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了眼儿嘞，香椿嘞、蒜儿嘞，好韭菜。卖菜好听，说相声不容易啊，不是光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就能卖票两回事儿，那是你得有正经玩意儿啊。嗯，见功夫，啊，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啊，通县都听得见，声音就那么大。通县还有一卖菜，哎嗨，那说俩卖菜的，过去炸油条的也吆喝，就哟，炸油条怎么吆喝呀？现在北京的油条都吃不得啊，我老看你炸油条的运气。怎么这么长黄不拉几的，一瞧就我你这油条就是铅笔啊。啊，铅笔过去油条吆喝起来好听啊。怎么样？哎呦呦青哎，面儿又白，扔到锅里的飘了起来，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，好大个的那是油炸棍儿。哎嘿，哎，炸油条这
叫油炸鬼儿，光有手艺都不行，你还得有嗓子，还得能吆喝啊。到天津炸我条子还有一种吆喝方法，什么味儿？炸了个圈儿，圈儿里套着杆儿，母连僧九母到西天儿，打开了丰都城，砸开了鬼门关儿，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嘞，鬼儿嘞，炸饺。还有典故，炸油条有学问啊！嗯，现在油条这是，我是天津人，天津的，打小吃天津油条，哦，得够一尺，那好，枣红色的，炸得透。说这根油条不够一尺，嗯，从别的油条掐一块补给你，就这么实诚，也让你够一尺，嗯，又酥又脆啊！这边吃那边枪毙，你爸爸都不心疼，对，那是你不心疼，我不光不心疼，我还得来碗豆腐脑。哎呀，没有这么举例子的，卖包子的过去也吆喝呀，卖包子呀，啊，包子不一样。哦，汉民的吆喝是包财，怎么吆喝？包财好卖我的面儿嘞，尝点包，拿着包，尝尝包根馅儿的。这是大包财，嗯，贵叫清真是小孩吆喝，小人家回民的包子，小小子小伙计，嗯，童子音一叉腰，嗓子也足，吊门顶在这儿，什么味儿？新肉的吃了哩，包肉的哩，发了面的包。嗯，好听着呢，贵叫清真，童子音儿，山东济南，嗯，就过了咱那火车站，老火车站啊，天桥底下有一蒸包子，哦，吃包子吃包子，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着，嚯，牛犊子都出来了，多大个的包子呀，把牛都包子里头了，你瞧瞧，形容这肉多，哎，天津包子四海驰名，对呀，狗不理不吆喝，怎么呢？坐上啊，大生意啊，嗯，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包子，他吆喝，那怎么吆喝呀？十冬腊月啊，夜里边十一二点，哦，有打牌的散了，嗯，有看戏的回来了啊，晚上饿了要吃夜宵，哦，胡同里边来老大爷，这是七八十岁，挎一小竹篮子，里边有几斤包子，嗯，上面盖着小棉被儿。哦，走到胡同里边不能大声吆喝，怎么有人睡觉了，哦，怕吵，俩字儿，肉包，怎么叫肉包啊？肉字出来还挺大的，嗯，包字特别的小，什么味儿啊？然后嗯，包喝在这儿呢，啊，嗯，包，嘿，半夜十二点啊，睡醒一觉，哦，支棱耳朵一听胡同里边大爷来了，嗯，然后睡你的，哦，睡早晨上班，洗脸漱口，推自行车一出胡同，你听那儿，爸，哎，才来呀，啊，昨晚没走。现在做生意的很少有吆喝。嗯，前两年我倒瞧见那个，我回天津，嗯，天津街上有一卖盘的大哥，卖什么？就是你们老看见的。这谁老看的？现在可能都没有，现在没人看盘了哈。光盘呢？光盘、VCD、DVD 哈。哦。我们当年到退休年，这都好东西。是我第一回见就是他给我的。谁？我。我们家都没有那个 DVD 那个什么机器啊。谦哥拿了一张。嗯。哦。接过来一看，嗯，上面有个画，是个外国大姐姐。啊。哪儿练的叫大姐姐呀？然后有外国字，外国字我哪认识啊？那是。底下一行中国字，写着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哦。咱也不懂啊，没用啊。嗯。给你吧。拿回家了，这点他很孝顺，是吗？18岁以下不让自己看，就跟父母一块儿呗。跟父母一块儿，把他爸他妈叫来，三口做好了，嗯，统一光盘，合家欢乐。他爸爸没打死他呀？是得打呀，啊，是不是你把机器弄坏了？怎么？怎么那个衣服都放不出来？对，没听说过，那是机器的事儿吗？那啊，把这盘留下，我好好检查检查。哎。留下的就是啊，就是当年，后来就特别时兴看各种光盘哦，但是这个都犯法的，不让看，多新鲜呢！街上有卖着盗版盘的哦，拿一这么大一大挎包装着一沓一沓的啊。是啊，我在天津，我瞧见大哥卖这盘啊，哎，站在胡同口，叉着腰，踩着旁边咬着牙子，哦，一手攥着一沓，这还吆喝，天津人，哎呦。看广盘，看广盘，嘛都有 啊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男的跟男的，有女的跟女的，还有你妈小动物啊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多大胆子呀，啊，这是！哎，他都得枪毙啊！关键这词儿太不雅致了。说的是，所谓的货声指的是小买卖人的吆喝。嗯啊，比这个吆喝的再热闹的，就是过去单有一种叫
卖故意，故意旧衣服哦，家里穿不了了，旧衣服卖了，他收走了啊，洗一洗，熨一熨，烫好了，跟那儿挂着。是，不管是皮袄、皮袍啊，什么、什么都有，西装啊、大褂都挂好了。哦，哎，有的在店里边卖，有的在店外边摆个摊卖，摆摊儿。哎，也有伙计站这儿拿着衣服吆喝，这怎么吆喝呀、啊？北京天桥净这个啊啊，拿了一件皮袄，怎么吆喝？啊，净故意吗？是。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。哎，不错。哎，您这句接得好，是吗？旁边还有站一搭茬的，不错。哦，还真有这么一个，来这样了，我给您接这个。好，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。哎，不错。取的有儿黑呀、啊，裤短的面儿啊，不错。瞧完了面儿，嗯，翻过来，哎，你看看筒子吧，不错。这皮子是九道弯哦，起个名儿 啊， 啊，叫三样开泰的吧。哎，不错。不管多冷的天儿，嗯，刮多大的风，是下多大的雪，哦。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？冰地里睡觉，嚯，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。不错，你怎么会就忘了冷啊？皮袄好，把你给冻挺了。啊，这冻挺了，这什么呀？这废话啊！有冰天雪地外边睡觉的吗？就说的是呢。啊，北京天桥就是卖这个的，好听。天津也有卖故意的哦。一进那个红桥区那个故意街，是是，就天津那大老爷们儿，哦，拎着这么一件，嗯，悠悠散散啊，哦，耍，没有说过做生意，精神没有，啊、哦，就这么着。谢总的，天津的老爷们儿怎么吆喝？啊，谁买谁件皮袄啊？原来是当儿的，也不错。太阳的好同子，洗了口的火呀。嗯，你的土地毛头啊，打了麦的穗儿啊。啊，来我就把它卖，好了我就卖了它。卖了它这个我也去呀、啊。你干嘛去？我尼玛要钱去。拿钱也算卖故意的。嗯，真正说吆喝上档次上品的什么呀？卖布头的。哦，布头也有卖也有吆喝。过去卖布头的有势力。是吗？就我们是司令部的。怎么叫司令部的呢？整匹的布买来把它撕成零块。哦，司令部。司令部的啊、哦、这么个解释，这样的话才能多卖一点。哦，整匹出的钱少，这是生意经。俩伙计站在这儿，嗯，哎，一唱一和。哦，俩人，这个拿出来一块一吆喝，旁边那主得跟着陪衬。我怎么陪衬呢？哎，好，不错。哦，哦，别让了，便宜了。就这个，掌柜的，别让了，赔了。这个东西，哦，还拦着价。别让了，赔了。得跟真的一样。哦，拦着，别让了，赔了。咱们俩人来一回，好吧？我给您来这伙计，我学这卖布头的，您来，拦着我这伙计，就别让了。掌柜的，别让了，赔。得跟真的似的。那倒，我演戏就没问题。哎，好比这是一块白布头的啊。哦。来来往往都是人，咱们得把人叫过来啊！行，你看吧。嗯，哎，赔掉，赔掉，别让，再让就赔了。好，我还没卖呢，哪儿我就赔了呀？不是，嚷早了是怎么着？跟真事儿似的，就之后后来我。几毛我几毛哦，你这掌柜长别让了啊，再张就亏了。行了，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哎，行了，嗯嗯、您出价的时候我让价、啊，我来拦着，嗯，让死我了啊，来，嗯，哎，嗯，吆喝着买挨了吧，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儿了吧，嗯。
不要那一桩，是喽，再来这一桩，桩桩件件大不相同，不一样儿的。哎，瞧瞧这块布，是，看看这个色儿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窟窿眼儿。对，这是什么色儿？什么色儿？这是本色白，白。它怎么那么白？对，怎么那么白？你说怎么那么白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，因为它是白的。这废话。我白的气死头场雪，不让二路霜，气死了头号的羊白边的吧，气死赵子龙，也不让小罗成，谁见过雪白袍啊，压死那个小马超，不提这种白，单提这种布，是买到家里去，封被单的左背里的彩门帘的撒锅管去吧，金票金带，金喜又金晒，好，金来又金拽，金灯又金踹，我这是干嘛呢？这是这人背后有鸡了狗子。这嗨，扎的这是十年呐，八年该不坏了他。说面子有多宽，是布片有多厚，追都追不动，这钢针扎不透了。你这多么快的剪子就绞不动他。这是布头，铁片儿，铁片儿，剪子都绞不动啊！把这气焊焊，铆钉铆，是我得了穿穿，你看大罐儿锅炉啊，没听说过，吆喝半天白的没人要。有，又拿出一块黑的来，黑的这，哎，黑的不叫黑，它叫青的，就是青的。不要那一桩，再来这一桩，桩桩件件大不相同，不一样儿的。这是什么色儿？这个。这是本色黑哦，怎么那么黑？是怎么那么黑？哎，你说怎么那么黑？我这又来了，是怎么着？因为它是黑的。哎，对，真正烟熏灶，这烟没掺没灰，屎壳郎的尊炕都没有它来黑。包公扎马花儿黑了个腿儿啊，怎么这么黑？气死猛张飞，他不让黑李逵。唐朝有一位黑警逮了吧，东山送过炭，这西山挖过煤，开过两天没了厂子，卖过两天没了这不，背过两天没了这不，看过两天没了这不，送过两天没了。这不晕过两天没了，这不耽过两天没谱的二当鬼的吧？说你要不知道，遇上一个桥，你够不电车刀，你上了摸电车，买张电车票，电车这么一绕的，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啊，就要到了吧？到了前门外，够不大石栏，你找了箱子号，什么瑞丽箱的、瑞增箱的、广盛箱的、颐和箱那个箱一号，那个浪子凑着左边上那晃着有个浅箱一儿的，对，站在柜台那儿啊。点着名的要，点着样的挑，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。对，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。怎么宽的？怎么厚的？怎么加密？怎么密？怎么字密？怎么西服大？是喽。为什么卖这么贵？挑费是大。哎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。常言道的好，面子罗里转，羊毛我出纸在这羊身上了吧。你就别忘了个电大，这个这可大了，气着点了吧。是，倒在我这摊儿，民工你要香，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尖儿，一个样的行。是呢，谁还买？大道边那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儿，小门脸的小铺眼，小四号小铺点，小四号院的哪个碎不透儿的不牌了吧？错不了啊！哪位先生说啊？买不透儿的怎么着？多少钱一尺？哦，站稳脚儿，掏一掏尺寸的要个价儿的吧？是一套五尺长，哦，两套整一张，三套一张哦。哎，连我一块卖啊？大尺量了，姑姑您一张留了吧？卖您多少钱一尺？是啊，两毛钱一尺。两毛。哪位先生说卖不头儿的，给我包上吧，给我裹上吧。对，两块八毛算我咬了它。好，这边儿咬了，卖了还不卖了它？干嘛呀？怎么回事儿？饿歪了，生了枝了，还得让它。小徒弟知道，没打手工签儿。哎呦，他精致的粗布、蓝布能大摆布尔的。您要还要学好了，那就是花四哥，什么礼服呢？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要着来吧。这块。骨头敲好了，成色千万的别拿我们当做羔羊摊儿，卖的哪一桩是外洋货了吧？到了羔羊摊儿，买了外洋货，拿了家里去。您要一下水，再要上上搭，又被大风刮，什么汽车、马车、飞机、排气跑的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啊！怎么回事？是刮跑了？废话，这块骨头啊，您给两块八，两块八，两块八要不要？是不要不要紧。嗯，什么有的本的，我是哪个腰砖啊？哎，本的冤家的叫我顶了他。您要，您给两块七，哎，再给两块六，嚯，您给两块五，涨这么两块五，心里别打鼓，买了不算买了，要了不算要，让两毛取两毛，两块钱是车钱你得给了吧？哎、两块钱好茶要端着喝了他，大洋你就给两块整吧，涨这么两块九，你们还不要？啊，块九的一块八，一块七。一块五，咱要是不要这一块五了吧？这么一块五，这个还不要？是让你毛毛去，你要毛，你要毛，让你毛，你让毛毛去五块，哟，我这赔大发了，我这赔呀、
哎，咱们再叫你呢，儿子。郭汾阳。你是害羞了吗？害羞了。你看这边是谁啊？来。没问过。跟大家打招呼好吗？啊，你怕怕呀？怕怕呀？没事。哎呦，来了来了。不怕，都买票了。嗯。嗨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哎呀，不，你不玩了，不玩。刚才嚷半天要上台。我这属于返场。跟侯叔走完了。不该好玩，哎，好玩着呢。小孩就是这样，嚷半天上台，我上台，我上台。有的时候怕，有的时候不怕。上次站在这儿唱了一歌，唱的好着呢。郭老师的二儿子也是我徒弟，真的真的，这不开玩笑，这是真事啊。嗯，嘿，送花的又来了啊，那给你，这给我。来就来吧，你瞧还买花。嗯，他们说北展周围卖花的家里都供着我的照片。改祖师爷了。哎呀，千万别买花了，以后是吗？不好拿。哎，嗯，不好拿像话吗？弄家里有两天就没了啊。你就不如你问我喜欢什么啊。其实咱不合适，给他买去。可不，其实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支付宝。你哎，这还不会聊天。跟谦哥一块合作好些年了。是，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吧。咱也不会别的了。什么美国当过总统咱也去不了了。哎，算了吧。啊，你也不叫克林顿啊，你也不叫王，我也不叫老克林顿。哎，凭什么叫老克林顿？看着我比你憔悴。今天是纪念我师父，嗯，侯耀文先生。是，真快啊，这十年了，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。嗯，我师父这个人特别可爱。是，好多接触过他的人就说，侯三爷与众不同，老小孩儿，真是老小孩儿。嗯，他活着那会儿，我们跟那块儿出演出去。嗯，最爱就是买那个遥控小汽车。啊，喜欢那个，招所有演员台上开会。哦，啊，我们都跟缺心眼儿似的就来了，站台上，晚上演，下午也没事儿。嗯，他躲在那个幕后头。啊，把小汽车放好，这车在台上玩跑啊，撞人玩，开心啊，嗯，特别开心。有的时候特别单纯，嗯，啊，半夜里跟我商量，你说我是明天早晨头一班的飞机赶回铁路公团，拎着包一进门，是不是他们得吓一跳？那管什么呀，我说啊，单纯善良，这咱团长嘛。乍一见这个人呢就很厉害，是接触了之后你才会发现，嗯，单纯善良。心眼特别好，这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是就爱吃面条啊，吃饺子，玩着吃啊，就跟小孩一样，弄一锅煮饺子，嗯，院里跑起来玩起来，啊，聊天，一会儿进来是还没等捞呢，嗯，拿筷子夹几个吃，又跑出去了，啊啊，玩会儿又回来吃，怎么吃？就算吃饭了，嗯，吃面呢得吃烂的，对，煮的，把那面条啊啪啪啪锯碎了，嗯，搁锅里煮，煮完捞的碗跟酱子一样，嗯。然后倒上卤，倒上酱，和了匀了。你们见过贴告示那酱子吗？就那玩意儿，喝最爱吃，就老老老吃。啊，他跟我说，他当年年轻那会儿吃饭，全家人蒸一盆米饭。嗯，奶奶那会儿从当家化开了，嗯，全家那几口吃这半盆，哦，他自个儿吃这半盆，能吃。回来之后剩下的菜他都倒这半盆里边，然后浇上水，兑上醋，和匀了。哎呀，呱啦呱啦吃。嗯，啊，就是特别可爱。特别的可爱，单纯，胆儿小，嗯，胆儿小，从来不到医院去看病人。你瞧，从来不到火葬场去送人。嗯，上医院去害怕，这耽误就耽误这上头啊，嗯。其实去世前将近大半年，嗯，老说我后背啊就有症状，后背难受。是，无论到哪儿就来谁给我撵撵，我们也是没事后台老给他撵，在后台演出就给他揉背，都以为是什么颈椎呀，啊，骨头，其实不是，那会儿就是心脏的先兆。是，那会儿也劝您查查去，我瞧去。不去，对，他说我算过卦，嗯，有一算卦的，啊，算他活97岁，对，他就特别信这算卦的，嗯，他死了之后我就问找那算卦，哦，后来人说你别找了，他死在侯先生前面了，哎嗨，真事儿啊，报应了，我满天下我找那算卦，我问他你怎么算的，嗯，结果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别找了，你真别找，那真死了那个啊，哎，人这一辈子你说这玩意儿
不过也好，是是、啊、也好，这来个脆的也省得受罪，哎，也算是修来的福吧。是，愿先生在天啊，能够好好看着我们，嗯，我们能把相声好好说好，也谢谢所有的衣食父母对我们的支持，哎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，哎，今年又招生了，啊、肖子科的学员。对，就找。刚才我问了后台，我说怎么样？嗯，国庆期间嘛，这几天网上报名说，将近2000人报名进来、哎、啊，这2000人，一试、二试、三试，我估计最后能剩个20人。哎，也就这行淘汰率实在是太高，不容易、嗯、啊。这个你们有愿意学相声的啊，嗯，上我们这儿来呗，啊，来试试啊。尤其是要是有女演员，可以找于老师。我哎，搁到我这儿学个烫头也是好的。哎。大部分都是我徒弟啊，学生啊，嗯，包括谦儿哥的徒弟都是我的干儿子。对啊，我因为当年，我师傅还有我石富宽先生，嗯啊，石胜杰先生，他们这哥几个最好，嗯，他们有一君子协定，哦，就是我的徒弟就是你们的干儿子，你们的干儿子徒弟，反正互相都这个关系。哎，我们俩也是如此。是我徒弟都管他叫干爹，嗯，哎，他的徒弟管我叫干爹。对，但是他有一个徒弟管我叫亲爹啊，多新鲜！也郭麒麟那是啊。挺好，嗯，就师师徒徒、父父子子说相声，其实就是这么一家子，挺好。嗯，你听我儿子号喊着，哎，对，他要上来吗？能上来啊？让他上来，没事，他敢上来吗？你放他，你别抱着他，抱着他不敢。来，过来，儿子，让自己走。来，来呀，干爹，哎，过来，过来。你跟侯叔在一块呢，别让他抱着脏。嗨，来，儿子。你看，你要给大家唱个歌吗？唱一白龙马吧，哎、你唱一白龙马吧，好不好？白龙马，安迪，白龙马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你唱一白龙马。怕白龙马啊？白龙马容易吗？白龙马容易吗？下台啊、嗯？他有一段时间在家天天唱白龙马、嗯，白龙马什么几万里，天天唱到最后自己说，哎呀，白龙马不容易啊。当然是老问这个白龙马容易吗？你招招手跟大家下台啊？那你告诉爸爸，白龙马容易吗？容易啊，又改容易了。好吧，那你走吧，不跟玩了。那走吗？走吗？爸呀？爸爸走啊？爸爸不能走，爸爸没下班呢。爸爸早就退票了。哎，小猫啊？啊，这熊猫啊？行，你要这个吗？拿这个吧。叫师傅，叫师傅，哎呀，把师傅山上下来的，拿着玩吧，拿着玩吧，嗯，拿这走啊，嗯、那你下来吧，嗯，去玩吧，啊，啊，他的，给他、啊，好了，拜拜，嗯，啊，拜拜，爸爸啊，好，爸爸，哎呀，啊，抱，那两步还能抱抱啊。啊，他是拿侯爷当熊猫了。嗯，这个侯爷这是我师父的，侄子。对，哎，侯震，他爷爷是侯宝林先生啊，他是大爷的儿子，哎，侯家的长子长孙。对，啊，侯耀中先生的公子。嗯嗯，所以我老拿他逗嘛，我师父留给我的念想就是啊。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啊，在整个德云社，我们这个辈分的人其实不多，是400多人里边，我们这个辈分就10几个人，啊，这不多。哎、高峰，这都是啊。对，老高，高峰在后边吗？来，老高，来，这一块聊。这个他师傅是范老师，对，范老师是范道爱，哎，去。别瞎介绍，嗯，我师父叫范振玉啊、哦，翻译过来是范道爱、哎，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就叫范道爱，去，您别跟人过乱啊，他老人家就一个名字，范道爱，对，您这都像话吗？范什么？范振玉，范振玉先生，我是说他那个白净那个劲儿，嗯，咱没听说啊，范振玉当年高英培范振玉，哎，说相声里边老前辈，艺术家，范先生是他的师父，对，是我的义父。嗯啊，2000年的时候，从90年代末，嗯，到2000几年吧，他师傅跟我在北京
合作这么两三年，是他的啊，范先生也是说相声一奇人。那当然了，早晨四点半就起，嗯，早。他那会儿住的前门，那叫后铁厂，都拆了，现在，嗯，改造平房，京剧名家金少山先生的一个大宅子，后来分给了4000多户老百姓住。嚯，心里边有这么两间平房，外边带一小煤屋，炒菜做饭。啊，他师傅住那儿，多低调。哎，凡是我有把钥匙。嗯。我那没事也上那儿住去，偷着配的啊，谁拉你的？然后有时候我们爷俩一块儿住。后来我教我们说书的金文生先生上北京来，我们爷仨，我跟俩老头在那儿住，我住外屋单人床，嗯，俩老头在里屋一被窝那儿睡。哎，什么人这？你瞧这交情啊！早晨起来，早晨四点半，我们这行睡得晚啊，对啊，我早点睡，2点半躺下了，4点半他师傅起来了，你看，起来先做水，做水，这么大暖壶，咱家都见过暖壶，哎，喝两暖壶水，先沏茶润润，就这一天就再也不喝水了，你看，再渴就喝啤酒，啊，养生之道，然后这一天要抽，最少是6盒烟啊，得2斤白酒，嚯，几乎就不吃饭，哎。什么叫小橘子啊？对对对，一个虾，拌了烧饼。嗯，他师傅就这一天，就要成仙的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嗨，就喝啤酒，哎，喝啤酒、白酒，这都是当年老先生们一块儿也喝80多啊，也喝80多。你说这对呀、啊，哪说理去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是，就是这老先生，人家一辈子享福，你这么说啊？就是喝，好家伙，也是院里老太太，这个也疼他，那也疼他，对，人缘好极了啊，这挺好，反正这辈子也算值了。那当然了，行了，挺好。嗯，三位先生这一去世呢，现在怎么又三位先生？对，没听说你们先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师傅等于死两回。哦，这没听说过，这被吓死。哎，很感慨，就是那到我们这岁数都是奔50的人了。嗯，是，好家伙，老高岁数最小，哎，稍微小一点，稍微他不小，老高。哎，别比划，别，你以为这尺寸啊？老高比我们小着呢。哎，别揭短儿！哎，这好是真的，合着说点正文行不行？来吧，我们让于老师唱个歌，咱热闹热闹，好吧？哎，过台了，过节了嘛，有点气氛是吧？哎，我这今儿纪念三爹，改叫过节。你师傅死在过节呢？纪念日嘛，这不是刚岁月嘛，是吧？哦，嗯。四月过一月，感觉，嗯，唱一个，唱一什么呀？嗯，哎，你们点一新鲜的，我也知道你点不出什么来。十八摸，你看看，这是哪个姑娘啊？哎呀，这都是了解您的啊。什么？我这不高老师，哎，那个你要干嘛？郭老师，哎，我今儿别唱，你听我上嗓子一直就哑着。哦，今天一个是纪念三爹的这个。另外一个钢丝节，也就是明天啊，今天您多唱，哎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刚才唱半天了，我这嗓子一直劲儿就哑着。你们听高老师一段好不好？哎，一下就能步出去啊！不是，我对这个歌曲什么一块臀部啊，哎，什么样？刚什么叫一块啊？两块，一个歌曲我唱着。他们俩人就是诚心挤兑我，因为他们俩人私交是最好的。那倒是啊，在北京来说，我住的是。锦北边北六环，他们俩在锦南边，你瞧瞧，有一天堂河，他们俩住在边。您先等会儿，您说那是公墓，哎，像话吗？这都住八宝山就都得烧吗？难道是？对吧？住天堂河也不能都烧，我们也不在那儿。天堂河火葬场边上有一个小区，他们俩住那儿。那倒是。哎，有一个烟景房。烟景房，我们俩看着烟头。什么四季如春？那是住炉子边上啊，常年有暖气，他俩。住那儿，对，他俩人私交是最好的了，关系近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吧，说说。我一进后台，谦儿坐在那儿，愁眉苦脸。嗯。我要一问谦儿你怎么了？嗯。去。不爱说。不跟我说。对。非得高峰来了，怎么了？嗯。他这才抬头。嗯。哼。你瞧，我这什么做派呀？我这。就跟见着自己老公似的。对。高峰这还得。也有难处跟我说呀，对，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啊，嗯，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舔伤口的，这比喻多好。谦儿这才抬头，嗯，痔疮，去，别鼓掌了，您起来，没有这事儿啊，
待会儿我再进来，你再看于谦。对、啊，好了，这是，那是技术不错。嗯，这别这么说的嘛，怎么了这是？所以说他们俩有交情。哎，那倒是。我说唱一个吧，他俩互相推啊。嗯，您甭推，我唱两句好不好？好，好啊、大伙儿欢迎您唱。我唱一什么呀？您说呀。花心笑小帆呢，是谁这么疼个人啊？笑小帆老唱，这笑小帆就是京剧四郎探母里边做工的一个嘎调，快板转嘎调。京剧早先没有这戏，这是从河北梆子翻过来的，移植来的，行业术语叫翻梆。对，但京剧这个不好唱，八度。对对对，你唱来这样了，您来。好，还有伴奏。哎哎哎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哪儿去？你找你师傅去是吗？唱。哎，又走了。哎，你看上边。嗯。我师傅拿砖歇你吧，让我躲开点，别蹭一身血啊！你就唱就完了。八度唱行，来来吧。一见公子到灵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。行行行，您别摆姿势了，不是八度吗？对呀、啊，八度前面九度到十度，天就冷了。这好，上景点了，河北野三坡啊！哎，学你的，往上翻那是高梆，你来，我来不了。这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。那梆子要一唱呢？梆子唱跟这个风格差不多哦。你能明显的听得出来京剧是怎么借鉴的河北梆子这个？您给展示展示。唱这样啊，咱听听梆子。又来了，嗯，哎，别老走，以为又走了，往上走啊！啊，就是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本宫喜心间，真理宫门叫小凡啊！啊啊谢谢吧啊！哎，那个调门低，唱着不舒服，还不舒服。今天来这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把咱们叫出来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，你们熟悉熟悉啊！来来，见见面，来。这个太好了。大伙儿一起唱一个那个。哎，打这边头一位，高峰高老板。应该是吧，是吧？挨着这个是我的爱徒啊啊，栾云平啊。哎，跟我徒弟关鹤白、袁明山、高峰哲、刘鹤春，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。烧饼，来，曹鹤阳，主持人是少侯爷侯震，家属打理。这后台他也没哭一包，嗯，这个都上来了，咱们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啊？好，大西厢是德云社一个开场小唱，一小曲儿，嗯，这个一般逢年过节的时候唱一回，但是太长，唱全了满台这上百人，然后锣鼓家伙得唱四十来分钟啊。是，咱们就掐几句吧，掐其中的一个曲牌，叫《云苏调》。好，来，我领着你们大伙儿合苏啊，哎，跟着一块儿合唱啊，嗯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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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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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黄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女儿花
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明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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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